呢，早上9点，随混沌大课为你的思想和智慧洗个澡，刷新你的认知。欢迎大家来到混沌大课7月运营创新模块的第二次课程。我是为今天大家开课的李真。其实呢，我是一名90后，之前也在混沌大学工作。那在这工作的时间里面呢，我收获成长了许多，非常感谢在北京上海的同事。如今呢，我也在苏州分社14班继续学习。那之所以说是学习呀，因为混沌大学是一所没有围墙的互联网大学，它从全世界为大家邀请到最棒的创新教练，陪伴这个时代最有梦想的人。那么在混沌大学呢，你可以通过全年12个模块的50节课的系统性学习，拓宽自己的认知边界，再用刻意练习的学习方法学以致用，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当然呢，我们在课后也要互相的连接，品一品苏州的美食，赏一赏苏州的美景。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创新教练是一位90后美少女，她将为大家带来内容运营的思考方法。在这个内容为王的时代，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已经认识到重要内容的优越性。那么怎样能才能通过运营让好的内容吸引更多的用户呢？让我们有请快看漫画创始人 CEO 陈安妮为我们讲解怎样击中95后，运营一个9000万年轻用户的内容平台。有请。我是快看漫画的创始人，今天非常荣幸被混沌研习社邀请到现场来给大家分享。其实前面这个研习社的同事跟我说，今天要来上课的时候，我是非常惶恐的，因为我想，毕竟我作为一个过气网红，也没有什么好跟大家上课的。后来那个研习社社长就说，你不是来上课了，你就来分享，到底年轻人是什么样的，我们这些老年人想了解一下你们年轻人。然后其实这件事情也让我特别的害怕，原因是其实了解年轻人这件事情并没有那么好讲，最大的原因是年轻人特别讨厌年轻人去讲年轻人是什么样的，这个就是年轻人最大的特点。所以今天我在场讲，今天讲的所有的东西呢，大家就听一听，就纯粹是我个人的分享。快看今天是运营了超过1亿的用户，9000万名用户，这其实是可能是前面差不多几个月前的一个数字，现在我们整体的用户已经超过了1亿。这张图片很有意思，这张图片是去年10月份的时候，我们办了一个活动，然后现场来了10000多人。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图片非常有意思哈，就是说当时来的10000多人是一直排到了地下车场，就你很难想象。现在有一个并不是明星所举办的一个线下活动，它能够到10000多人到现场。每一次我们举办活动的时候，基本上武警都会出动，因为他们觉得好像有点像非法集会。那个这些学生呢，或者是这些年轻人，他们会排8个小时以上的队伍来参加我们的活动，然后他们可能会买一张这个50块钱以上的入场券，然后可能要再买2本40块钱左右的书，然后他们才能进场参加我们这个活动。可能很多人会很好奇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其实它仅仅不过只是10个新人漫画家的签售现场。也就是说，这么多10000多的年轻人，他们排队然后可能花上100元，只不过是为了要一个漫画家的签售，现场就能够聚集10000多名年轻人。这个现象很有意思，是因为我们去年10月份去全国各地做巡回签售的时候，找了我们10个漫画家去做巡回签售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屡次打破了当地的记录。也就是说，当地最高的签售记录是由10个最新的漫画家产生的。那过去其实都是由一些非常非常知名的小说家、作家或者是明星他们去打破的这个销售记录。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到底为什么疯狂呢？事实上，刚刚我们说了，是由于内容的生产者。今天这波年轻人，他们可能追逐的东西不仅仅是明星，或者是不仅仅追逐的是偶像，他们更加追逐非常优秀的内容生产者。因为我们选出了这10个漫画家，都是在我们的平台上非常非常热门的创作漫画的新人漫画家。可能大家对于漫画这件事情呢印象不是很深刻，所以我拿了一些我们 APP 上的图片给大家看一下，截取了几个比较热门的漫画家他们的漫画
作品的专题详情页。这个作品是叫整容游戏，它的作者叫金秋。这个作品的总热度是89.24亿，然后这部作品总评论有186万，它的订阅数是634万人。第二部作品叫《朝花夕拾》，它的总热度是60.53亿，然后它的总评论有275万，然后它的订阅数是940万人。其实今天你很少看到这个数字，其实是非常令人震惊的，因为你今天很少看到，哪怕是一部非常非常当火的那个电视剧也好，他们都很少在一个视频平台上面有超过100万的评论啊。第三部叫《甜美的咬痕》，它的总热度是88.52亿，总评论是221万，然后它的总订阅数是962万。现在有一些作品在快看上已经马上要超过1000万人的关注了。那1000万人意味着什么？1000万人的定位意味着什么呢？其实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甚至一线的明星，可能他们的在微博上的粉丝数就差不多接近1000万或者是1000万以上，但是在快看漫画这个 APP 上面，居然可以有一些漫画它可以做到有1000万的年轻人下载了快看漫画，并且注册了快看漫画的用户，然后选择了订阅这个作品，接收这个作品的更新通知，这是一个何等的影响力。所以今天我想讲的是说，在这些内容能够吸引1000万的年轻人关注的时候，我们去思考到底我们怎么样运营出年轻人最感兴趣的内容。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内容运营，就我们大概想一下什么叫内容运营。从我的角度讲，如果要讲内容运营的话，抛开好的内容这件事情本身一定是一个伪命题。也就是说，内容运营更像是一个厨师，他首先有了一个好的食材，有了好的食材之后，你去炒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菜，这个才叫内容运营。所以今天我们不谈没有好内容的情况下怎么做运营，我们一定的前提是在有相对比较靠谱的好的内容情况下，我们怎么样通过运营的方式把一个内容从它的downside 提升到了 upside， 然后把这个内容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化，这个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前提。所以并不存在说如果你有特别垃圾的内容，但是你要通过营销通过运营把它成为一个非常非常爆款内容，其实这个是不存在的。所以经常很多人问我们说，哎，快看漫画特别懂营销，快看漫画就是靠营销起家的，这点其实我非常的不赞同。原因是因为如果没有好的内容，没有好的产品，其实过多的营销其实都是没有用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先对内容运营去下定义。今天我们讲的就是我们如何在一个食材比较好的情况下，我们炒出一盆好菜。那这个是我总结出来的5点，就是我认为新时代我们在做年轻人内容的时候比较重要的5个要素。第一个是颜值时代。其实今天上场的时候我一直在害怕一个问题，就是我上场之后会不会被人发现我的真人跟照片长得特别的不像，这是我非常非常在意的一个问题。原因是对今天的90后或者对今天的零零后年轻人来讲，颜值是他们非常非常看重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才会有很多的明星或者很多的这个偶像，他们的对外表是非常非常关注的。原因是对于90后或者零零后这新兴一代来讲，视觉是他们非常关注非常非常关注的最重要的其中一个部分。其实在这里想分享一点快看漫画过去在整个平台上提升我们整个内容运营效果的一些小技巧。我们过去有一次行动中发现，在某一次的改版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我们的流版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我们的留存率提升到了2%到5%之内。这其实在整个互联网行业里面，如果能够有一个改版能够提升2%到5%的这个留存率，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那到底是哪一个改版让我们的整个平台留存率提升到了2%到5%之间呢？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那一次的改版行动，我们可能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把我们首页的封面给优化了。左边是我们早期的时候我们的首页封面，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是非常非常粗糙的。原因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认为只要漫画内容是很好看的，那可能封面是什么样其实并不是非常的所谓。所以早期的时候我们在制作封面的时候，我们截取的图片也好，我们选用的字体也好，其实都非常非常的粗糙。那
第一个作品是快把我哥带走，左边的上面的这个作品是快把我哥带走，那右边这个作品上面也是快把我哥带走，同一个漫画内容的情况之下，我们对整个作品的封面进行了非常非常大的优化。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区别，首先是从这个人物的选择上面我们更加有重点，然后我们从整个封面的布局上面我们也更加有视觉焦点，然后我们在这个字体的设计上面和字体的摆放上面我们都进行了一个精细的雕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简单的行为，而内容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所以刚才我说的内容的运营的前提是我们是不是有足够好的内容作为前提哈，就是说在同样内容的情况之下我们怎么用运营手段去提升它的效率。那左边的图片跟右边的图片对比，你会发现右边的图片的点击转化率是远远高过于左边的。对，这件事情其实可能对很多人来说都并不是非常的在意，但是最开始我们去研究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心里没有底，因为我们觉得其实漫画内容是一样的，我们经常想说内容其实是根本，如果没有好的内容的话用户其实是不会留下来，但事实上是一个好的封面是吸引用户是不是点进去的一个前提。就好像我认识一个人的时候，即便这个人非常非常有内涵，但如果这个人的外表并没有第一眼的吸引我的话，我都没有机会去了解这个人的内涵啊，这是第一点我想讲的颜值时代。后面我们对封面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升级和优化，我们加上了作品的 logo 之外，我们还加上了文案，我们让整个作品的视觉焦点有一部分是提供了关键信息的，比如说第一个封面我们加上了一个文案是400岁的冰雪王子蜕变撩人模特，哎，好像右边被截到了，蜕变撩人模特，蜕变撩人模特，也就是说我们在一个精美的封面的前提之下，我们还要有一句非常非常抓人眼球的文案，在第一眼的时候让它捕捉到这个作品的关键信息。然后我们在选择图片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第一张图的左上角的这个封面，我们选择了一个男女主角即将要这个接吻或者即将要发生这个亲密动作的一个图片，更加吸引用户去点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选取封面的时候并不是一定选取最最最最精美的那一个部分，有可能是选取最最抓人眼球的，或者这个作品里面最最关键的那个部分把它放到封面上面。我们发现这个点封面上面，我们发现这个点击转化率是比原来可能只仅仅是放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非常非常精美的图片的点击转化率是高30%以上的。然后第二个图是你的血很甜这个作品，我们在封面的时候选取了当时这个章节里面最关键的一个部分，也就是女主角抡了一下那个男配角的一个耳光，然后把整个这个章节的最重要的环节情节显露了出来。对，但是我们也同样选取了一个非常非常精美的一个这个男配角的一个角色的形象在旁边，所以我们慢慢的形成了一个封面结构。也就是说当然一个封面精美是基础，在精美的前提之下，首先你是不是能够再提炼出让用户感觉到非常捕捉视觉的最关键的画面，然后同时是不是能够在旁边加上一句文案能够更加吸引别人的注意，让别人很快速的第一眼捕捉到这个章节最关键的信息是什么。这是我们优化了我们所有的这个封面之后提升了，大概在原有的精美这个封面的基础上我们又提升了30%的一个转化率。过去其实很多人认为说，哎，你作为一个漫画平台，然后你有非常非常好看的漫画，你只需要把这些作品放上去就好了，堆上去就好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又做了很多很多从视觉上去优化的精细化的运营活动，比如说我们不仅仅会把每个作品漫画作品放到我们的平台上面，我们还会有一支专业的设计团队给我们每个作品制作海报。所以今天大家可以发现我们做的这些漫画的作品海报，它的精度其实并不亚于很多的电影海报，这其实在国内的很多的这个内容运营平台他们是不会这么去做的。不管从这个作品的图片的精修也好，还是从这个 logo 的设计好，全部都是由我们团队完完全全帮作者去做一些雕琢，就在作者提供给我们素材的情况之下，我们在这个素材上面去做一些雕琢。对，
这些就是我们为作者做的精美的海报。而在国内，其实很多的内容运营团队，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说，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内容，可能也是需要在视觉上进行非常非常多的包装的。我们发现，我们把这些海报，我们把这些作品的素材提炼成一个精美的海报之后，我们发到自媒体上，我们发到这个年轻人比较喜欢用的平台上面去宣传的时候，点击率和转化率都高了非常非常多。对，然后这个是我截取的我们平台上的一些作品的一些精彩的点评，里面其实我随便截取了一些点评，但我发现里面大家其实共同探讨的一个点就是画风。第一个点评是讲说画风是超级喜欢的，第二个点评是讲说画风美得不像话，勾起了少女心，第三个作品讲的是说一开始是被清新的画风所吸引。所以我们发现画风其实也就是整个视觉是吸引用户第一个选择要不要进入这个内容的一个前提，所以我们发现这个视觉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图就很有意思了，就我发现我们这个前面的时候，我在问我的同事说你觉得快客漫画为什么比其他的漫画平台更吸引我们的用户？我们的同事说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作品都非常非常的精美，非常非常好看，这是一个前提，同时我们的漫画作者又长得非常非常好看，好像比平台别的平台的漫画作者也更好看。所以我就随便展示了一下我们平台的一些漫画作者的照片，我发现哎，确实还是比较好看的。那甚至我们这个平台的漫画编辑还有我们的运营人员都非常的好看。对，所以第一点讲的是一个进入内容的前提，就是今天是一个颜值时代，我们发现不管是从内容本身还是从那个内容运营者本身，非常非常这个吸引人的颜值或者外表其实都是吸引用户非常非常愿意去点击的一个前提。第二点讲的是头部时代。为什么讲头部时代呢？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快看其实在现在我们是有1亿多的用户，然后我们最高的时候到达了900多万的一个日活跃，那其实这个日活跃的数字呢是整个市场2名到6名之和还多。但是呢虽然我们的这个活跃度是2名到6名之和还多，但事实上我们的作品量是比别人少非常非常多的。这是我们对比了这个我们对比了市场上的其他的漫画平台的一些数字哈，就快看现在其实才700多部作品，但是可能有一些其他平台它已经几万部以上了，就上万部起的了，但是我们的活跃数确实可以做到别人的几倍。我们发现这个同样我们去拿作品去做对比，就是在同样的规则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热度爆款比例是远远比别人高很多的，就第二个远比别人就高非常非常多。所以今天我们发现其实对于新的年轻人来讲，他其实根本不在乎说你的平台上面有多少的内容，所以如果对于现场有很多人愿意去做一些内容平台的时候，我们要发现今天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的信息是非常非常爆炸的。原因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今天我们的载体发生了改变，过去的时候可能我们更多是在PC 端上，就95后00后这一代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们是互联网的原住民，而对于可能80前或者是上一代人来讲，他们过去非常常用的载体是 PC 端，这个巨大的改变从 PC 端到移动端的这个巨大的改变导致了我们很多获取信息的方式发生巨大的改变。我们可以发现以前我们刚上互联网的时候，我们在这个 PC 端上看那个点击网页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门户时代，门户时代的时候密码呢全部都是文字，密码全部都是文字，全部都是信息，因为那是一个信息匮乏的时代。而到今天95后00后他们可能使用的载体更多是移动端，在移动端这么小的一个屏幕上面，其实他们不需要那么多的信息点，对他们来说他们并不关心一个平台是不是有足够海量的作品，可能他们更关心这个平台上是不是有最头部的最好的东西给他们看。所以这个是今天可能年轻人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在快看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坚持选择做精品化的路线，就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要求我们有平台上有 N 多部作品，我们不要求我们有上万部作品，但我们要求我们每个作品其实都是最精致的，这是导致为什么年轻人非常喜欢快看漫画的很重要的原因。那我们都知道头部内容已经非常的重要了，那如何对头部内容进行更好的运营和分发呢？其实
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头部内容是很重要的，但其实我们的资源其实并没有聚拢。我看到很多的平台，它可能疯狂推 N 多类型的作品，然后他们把所有的内容全部推给用户，但事实上对于用户来讲，他的选择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他进到一个平台，他发现眼花缭乱很多很多的内容，眼花缭乱很多很多的信息，但他并不知道应该选择哪个信息进行阅读。我觉得聚拢资源是头部内容运营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国内大部分的这个漫画平台的内容分发首页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那如果是过去的 PC 端的漫画平台的话，那就更加复杂了，就一大堆的这个漫画封面放在首页上让你去选择。但是快看是首创的这个 feed 流的模式来首页的展示漫画，也就是说每一屏只有两个选择。就大家可以发现，就是点进快看这个产品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的奇怪，它为什么好像不像一个书城。今天我们是希望抛弃书城这个模式，原因是因为书城的选择成本太高了。今天的用户他更希望是你推荐给他最好的内容是什么，而不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偌大的书城让你去自己去选择。所以大家可以发现我们的首页很有意思，它非常的像这个现在微博或者是新闻客户端的这个信息流的模式，然后一个屏幕就只展示两个漫画，然后一点进首页的时候，你不停地往下滑，你可以发现很多非常精美的封面让你去做选择。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加入了人工算法的一个推荐模式，我们可能根据用户的点击和关注去推荐可能用户更加喜欢的作品类型，我们希望用户不要做太多的选择。这个是很多这个之前做漫画平台人点进快看漫画感觉到非常疑惑的地方。但是后来呢，这个模式呢，这个 feed 流去推荐漫画的这个模式呢，就已经被国内所有的这个漫画平台所这个沿用了，因为他们发现确实这个是更加适合移动端阅读的一个模式。第三点我想讲的是移动时代。今天我们发现，就是刚才我讲了，今天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年轻人可能跟过去上一代人比较大一点的区别，在于说他们的载体发生了非常非常大的改变，从 PC 端到移动端，手机屏幕变得非常非常的小。所以今天我们在做内容运营的时候，我们要尽可能去想说我们的内容运营的形式和载体是不是符合移动端的需求。这个故事就要从很久很久之前讲起了，就这是一个过气网红的一个成长路径。那个非常非常早期的时候，我在2012年的时候，我是还是一个大学生，当时我只是读大二。然后当时呢，我在新浪微博是刚刚那时候刚起来，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些小漫画传得非常非常的广。那这些漫画呢，一般来讲其实讲的内容跟我们过去在网上看到的一些段子呀，或者是一些生活感悟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文章，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区别。但是最大的区别在于他用了很多很多的小人卡通形象做进行展示，那阅读起来其实非常非常的流畅。大二的那一年，其实我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读国际经济与贸易。对，其实我从小其实并没有学习过画漫画。那小的时候呢，其实特别爱好文学，然后也特别喜欢美的东西，然后也看漫画。但小的时候由于这个父母认为说好好学习才是正道，所以经常一创作或者是一写小说或者一画漫画就会被我爸妈男女混合双打。所以小的时候其实一直被压抑，一直等到我差不多大学的时候，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些人在网上画的好像比我还丑，但是竟然可以红，为什么呢？就图片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好看，但是竟然也还可以红。后来我感觉到有一个好像正在慢慢演变得更大的一个趋势，就是图片的阅读好像比文字的阅读更受新一代人在互联网上的欢迎。于是我就在大二那一年开始尝试了我的第一篇漫画，应该讲的就是大学里面的一些趣事儿。讲的跟网上的好多段子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大概大意讲的就是说每一次我们去食堂打饭的时候，然后阿姨每次的食堂阿姨总是咬了一大勺之后，然后就抖掉，然后再给我，然后每次看到她抖掉的那一瞬间，我的心就突然就凉了半截。大力讲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通过漫画的形式呈现出来了。非常坦诚的讲，因为我没有学习过美术，所以我的这个漫画的这个绘画的技巧其实一直以来是非常非常差的。
所以当时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初级的漫画形象出现在微博上的时候，我的第一条微博是转发了1000多次，第一条微博转发了1000多次。后来这个看到评论里面很多人说，哎，安妮你继续画下去吧，特别的好看，我就开始创作了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然后差不多就在最开始大二的时候，应该是在两百个粉丝的时候吧，差不多在2012年左右200多个粉丝，到2014年花了差不多2年多就做到了800多万的粉丝。那这期间其实没有花过一分钱。这个是我当时画的一些作品啊，安妮和王小明，它讲的是一个爱情故事，当时转发是32万，然后评论是8万多。所以在微博上的时候，就是当时已经是在2014年，可能是在2014年的时候已经是做到了微博当时影响力最大的漫画家之一，基本上每次发一条漫画就会上日本微博的 top 5，然后可能每发一条微博就会转发个5万或者是10万以上，然后有非常非常多的评论。其实我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一个专业的一个漫画家，但是后来我发现在微博上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漫画家们好像粉丝都在疯狂的涨，就不只是只有我一个人，就微博上还有很多非常知名的漫画家，比如说郭斯特，比如说史图子，比如说还有丁一辰，这样类型的漫画家，他们在微博上都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粉丝。我就觉得有一件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这些漫画家他们一发微博5万转发、10万转发，好像似乎已经不亚于在当时很多一二线明星他们在微博所转发的一个热度，然后他们拥有的粉丝团，他们拥有的这个读者，其实他的影响力也不亚于很多这个当时的一二线明星所拥有的一个影响力。那我就会很好奇说，为什么，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现象，就今天你其实已经很少看到这个年轻就新一代的95后、00后他们所追逐新兴的这个文章的一个写手，但是你会发现今天的95后、00后他们追逐了非常非常多新兴的这个漫画家，我们把它称之为更广一点的概念是说是一个图片的生产者，因为事实上漫画的本质是一个图片。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其实刚才讲到说 PC 互联网时代跟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区别哈，就是说我们会觉得漫画这件事情或图片这件事情变成了95后、00后很可能是更加主流的阅读方式。原因是过去可能80后可能他们在这个80后或者80前他们在 PC 端上是他们的主流的阅读方式的时候，他们可以接受很多很多的内容啊，他们可以接受很长很长的内容，然后当时他们的娱乐方式和信息量其实都比较的匮乏，所以他们能够接受很长很长的文字在 PC 端上去显示。但今天我们的载体变成了一个很小很小的手机屏幕的时候，你想一个这么小的手机屏幕你还能看得下那么长的文字吗？其实你已经很难再看下那么长的文字了。所以第一个是我们在手机端上的时候，我们的阅读载体的一个体验升级，导致我们今天很难再接受完全的纯文字，而更能接受可能视觉化图片化的这个内容形式。第二个就是说由于今天的这个手机的普及率已经非常非常大了，可能普及到小学生，就很多小学生甚至还没看得懂字之前他就开始看图片，开始看漫画，那他未来长大之后他就很难再降维，就很难再降维去看小说。然后第三个就是今天的阅读时间更碎片化，所以我们非常非常需要在单位时间内给我们传递更多信息量的载体。就好比说你可能今天我们可能要花500字或者1000字来描述混沌的这个现场人多么的人山人海，然后这个现场的这个布置多么的豪华，但是很可能我们只要用一张图片就可以解释整个现场。所以这个是三个点，我觉得今天图片可能会变成年轻人更加主流的阅读方式的原因。对，就很多人认识我的时候是通过这篇漫画叫对不起我只过1%的生活。对，这篇漫画其实应该是在2014年的12月13号的时候发布的。那这篇漫画的发布有一个前提，就是在2014年6月份左右的时候我从一个漫画家的身份开始转变成一个创业者。
2014年6月份的时候，我从这个广州到了北京，然后在北京的华新家园开始这个租了一个小小的房子，然后在那个房子里面开发一个漫画软件叫快看漫画。2014年我刚到北京的时候，其实当时接触了很多的投资人，跟他们说我要做一个漫画平台，但是他们都觉得漫画是一个偏小众的东西，或者他们没有理解到漫画这个市场有多么的大。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相当于是朋友给了我一笔天使，然后我自己也贴了一部分钱，然后就开始做了创业。然后做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我从那个华新家园，就是在五道口的华新家园里面，我们诞生了一款小号 APP 叫快看漫画，在2014年12月13号上线。然后为了这个作品上，当时其实我还不懂互联网，就是我只是觉得我要做一个漫画平台，然后这个平台我可以用漫画软件的形式来呈现。那时候我不是互联网圈的，我们团队也没有任何一个互联网圈的人。早期的时候我们只有12个人，我们没有任何互联网圈经验的人，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去怎么样花钱去获取流量，我们不知道这个互联网产品要怎么推广，我们只知道我们要做一个非常非常好玩的有意思的一个内容平台。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花一分钱，我们也没有一分钱的推广预算，我们以为说我们只要把这个平台上线了之后就会有很多人来看，就会有很多人来看。所以当时的时候上线这个漫画平台，我就想第一个反应我想到的是说，既然我在微博上有900多万的粉丝，那么我可能要先画一篇漫画去讲一下我为什么要创办这个 APP。 最开始的时候想要去跟我们的用户讲为什么要创办快看漫画这个 APP 的时候，一开始想的是用文字的模式，想要写一篇很长的文章，这个把我从广州到北京的创业经历给写下来。后来这个方案就被我们团队人给否定掉了，原因是因为前面讲的很多的原因，我们觉得文字可能是今天年轻人非常非常没有耐心去阅读的一种模式。 OK， 那我们就采取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这个形式，漫画。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去做1%的生活这个内容的时候，我们画了一篇差不多500格以上的一个漫画作品，大概是500格到1000格之间的一个漫画作品。所以原本这个作品它事实上是非常非常非常长的。那这个作品刚刚出现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内部里面做了评审，大家觉得看我这个内容非常非常的感动，但如果这个内容放在互联网平台上面，很可能在第10分钟时候它就已经关掉了。原因是在第10分钟的时候没有出现一个剧情上的高潮，并且可能在第10分钟的时候没有出现一个关键的信息，可能他们就把这个作品给关掉了。另一个就是说，如果要让一个用户感觉到这个漫画非常非常长，划了很多很多条，划了很长很长很长，似乎都看不到顶的时候，那这个用户很可能就会放弃花可能超过30分钟以上的时间去阅读这个漫画。最开始这个500格到100格的作品，我们内部评估了一下，看完这个漫画是要花掉30分钟以上的时间，那已经不亚于可能我看一部电视剧，就是30分钟或40分钟的一个电视剧了。所以第一步，我们在把这个内容发布到网上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内容进行了大量的裁剪，我们把所有的内容裁剪到这个作品最多最多看完只有10分钟。因为我们觉得在移动互联网的时代上，阅读时间非常非常的碎片，其实每个人并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去阅读一个新媒体的内容，所以我们把500格到1000格一直缩短到了500格以下，然后我们保证平均每个人阅读的时间在10分钟以内，我们保证这个作品可能有几个不同的一个情节的转折点，一个起承转合，把它安排在了差不多第2分钟、第4分钟、第6分钟、第8分钟之间。也就是说，我们可能要在短时间内让用户从内容上感觉到一种刺激，然后他才会继续的往下阅读。这是当时这个对不起我只过百年生活内容发布之前的一个运营的一个工作。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采用了一些这个视觉化的方式来更加凸显剧情的转折。在第2分钟、第4分钟、第6分钟、第8分钟的时候，每一次出现一个剧情的转折，我们可能都会在色彩上，都会在字体的大小上，都会在画面的呈现的这个风格上有一个巨大的差异。用视觉化的方式可能让用户更加深刻地感觉到你这个剧情已经开始要发生转折了。这是第二步。然后第三步是马上要发布了。马上要发布了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在想
我们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时间去发布？我们在想，应该是早上发布呢，还是中午发布呢，还是晚上发布呢？后来我们选择了一个时间，是一个晚上9点多的时间去发布，因为我们觉得可能晚上9点多的时间，大家可能是躺在床上，或者是在家里面躺在沙发上看手机的一个最重要的时间，所以我们就选择了9点多的时间去发布这个作品。第四步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发布这个作品？当时我们想了非常多的标题，有的标题是类似于说我是如何这个做成快看漫画的，或者有的标题是讲说，我们为什么要做一个漫画平台，然后有的标题是讲说这个把整个故事梗概说出来了，说我小的时候是一个想要做漫画家的一个小孩，但是却一直不能够成为漫画家，大家一直跟我说不能成为漫画家，最终成为一个漫画作者的一个故事。接下来我想要做一个漫画平台，我们想了非常非常多标题，有的是讲这个故事的整体的梗概，有的是这个讲这个故事的主题，有的是提取了一些关键的信息点，但是呢，最后我们选择了这个标题是对不起我只过1%的生活，原因是今天我们发现年轻人他们接受的信息非常多了，所以他们今天接受的整个信息量也好，他们对信息的认知度也好，其实都比过去很多上一代人高出一个非常非常高的量级，他们能够很快的评判出这个作品它是不是一个广告，或者是评判出这个作品可能他想要传递的内容，如果从梗概里面能够快速的捕捉到的话，也许他们就不一定会点进去看完整的内容。所以我们发现新一代的年轻人，他们在这么多的信息量之下，你到底要起一个什么样的标题才能够让他们在所有的内容当中选出一个他最感兴趣的去点击呢？我们就发现可能这个标题要比起我们过去的内容显得好像更加猎奇一点，猎奇这个词稍微用的有一点点过哈，是因为我会觉得年轻一代人他们可能会对一些他们没有理解到的，或者他们没有想到的，或者是他们没明白什么意思的标题可能更感兴趣，所以我们就从这个角度出发拟了一个标题叫对不起我只过1%的生活。这里面有两个信息点是让大家在第一眼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能够捕捉到的，第一个就是1%的生活。那1%的生活，很多人就会想，那1%的生活是什么意思？就是为什么是1%？然后在1%生活的这个关键信息的前提之下，前面又有一个对不起的情绪，那对不起的情绪又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你过1%的生活要需要跟大家说对不起呢？所以这两个信息点就勾起了年轻人的注意，他们会觉得哎，这是一个什么东西，不理解，很有意思，想要去看一看。所以最后我们就选择了这样一个标题，然后我们选择了，很多人会觉得说哎，那既然这个漫画其实是在讲述你的这个快看漫画 APP 的这个平台的成长过程的，那是不是应该最好在整个标题上面去体现快看漫画的这个信息呢？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这么想的，我们想在这个标题上面后面加上一个快看漫画的链接，或者直接告诉大家这个快去下载快看漫画，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这种类型的营销过度的一种信息，其实反而会造成新一代人他们在阅读内容时候的一个反感情绪。这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看很多的广告它的硬广已经没有效果了，但是它可能是需要做一些这个电视剧也好电视节目也好的一些软植入，原因就是对于新一代人来讲，他们接受的广告信息太多，他们可能很难接受非常非常直白的硬硬的直接的广告，所以我们选择放弃在这个标题曝光量最大的这个区域去曝光快看漫画的这个信息，而更多的把快看漫画这个信息融入到内容里面去。这个漫画呢，其实这个造成了一个我们比较超出我们想象的一个结果，就是它在发布的当天晚上是转发了40多万次，然后在微博上转发了40多万次之后，在微信上也转发了10多万次，然后在2014年左右的时候它还是一个比较爆炸性的事件。但其实我们在画这个漫画之前，我们其实是并没有想到说这个漫画能够造成一个这么轰动的效果，原本理解觉得只是可能是在我自己的这个微博的这个粉丝的范围里面，但没有想到它传播得非常广，然后它的效果直接导致了说快看漫画这个 APP 作为一个刚刚上线的 APP 在当天的晚上就冲到了 App Store 免费总榜的榜首，这个事实上是超出我们想象的。
然后并且在 App Store 的免费榜首上面挂了三天。我们应该是当时第一个登上免费总榜榜首的这个90后团队。然后当时我们的 APP 还是就是团队外包做的，就做得非常的糟糕。对，但是由于这个漫画这个 APP 上了 App Store 免费总榜的榜首，就很多人其实是一直好奇在问说，为什么能够通过一个完全这个免费的一个漫画的一个所谓的营销行为，能够让一个 APP 快速的在三天内获得了100万的用户。因为我们今天都知道这个互联网移动端互联网的这个平台，它的用户成本事实上是非常非常高的。那我觉得核心是，我觉得有几个点。第一个点是我们选用的这个内容的载体，我们选用的是图片，而图片是一个远远比文字传播的更广的一个形式。第二个就是可能我们在整个图片的内容的把控上面，时间的把控上面是更加有节奏感的，在第二分钟、第四分钟、第六分钟、第八分钟、第十分钟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内容剧情的一个转折点。第三点是我们选用了一个可能更适合年轻人传播的一个标题，就年轻人可能首先他会为这个标题感到好奇，第二是看完整个内容之后，内容的主题又跟标题其实是相互切合的，对，所以就引起了内容年轻人的非常广泛的一个传播。再讲一个图书宣传的案例，就是这是一个也许是无法复制的一个案例了。那我们就在讲新的我们去尝试的一些案例。我们过去在宣传一些，我们也出了很多的漫画书，并且我们的很多漫画书其实都非常畅销。在这个漫画书的内容在我们平台上完全能够免费看的情况之下，我们的漫画书依然可能在这个各大的这个电商网站上是畅销的。我们截取了一个我们图书的宣传案例，有一本书叫做《关于我最喜欢的他》，这本书是我们在2015年中旬的时候推出的一本这个漫画的一个短篇漫画集。然后这个漫画集里面讲的都是一些关于我最喜欢的恋人呐、或者关于我最喜欢的暗恋对象啊这样的一些故事。我们采取了三种方式在微博上去宣传我们的图书，一个是文字宣传，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条图片。文字去宣传关于我最喜欢他这本书。第二个是图片宣传，就是我们画了一幅漫画，然后这幅漫画呢讲的就是关于我最喜欢的他，然后同时去宣传这个作品。第三个是视频宣传，我们拍了一个视频，然后视频采取了用一些那个问答的方式去问每一个人，就关于这个喜欢的人的一些心理的感受，用了三个方式。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三个方式所造成的不同的效果哈。第一个，就在同一个账号、同一个微博账号的情况之下然后同一个这个微博资源的情况之下，第一个宣传呢可能更多的是转发评论是1781，然后评论是504，然后第二个漫画的转发是40000，然后评论是20000，然后第三个视频它的转化是转发10000，评论7000多。我们可以发现事实上文字的宣传呢，它相较于这个图片的和视频的宣传，它的影响力是低的，不是一个量级的。对，然后在不好意思，怎么被我屏蔽掉了。对，然后图片跟视频对比的话呢，我们又会发现在2015年左右的时候，图片还是相对来说传播度比视频更广的。所以今天我们提到这个第三点，就是移动端化的内容运营形式，也就是说我们在运营一个好的内容的前提之下，我们要去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形式才能更容易让新时代的移动互联网原住民能够接受。我们在文字和图片和视频这三个过程当这三个形式载体当中做了一些对比，我们发现这个文字很明显它的整个的传播的和转换的效果是比图片差很多的原因是前面大概讲了。然后视频的宣传呢跟图片的宣传又有什么区别呢？就我们在做一个内容的运营的时候，我们发现视频的宣传是的，它从体验上来讲的话，在今天肯定是比
这个图片高一个量级的。我们觉得图片是一个比文字更好的一个内容形式，但是也有人说，那如果从光从体验升级的角度来讲，是不是视频是一个比那个图片又更加升级的一个体验模式呢？其实没错的，就视频一定是可能视觉体验效果是最好的，但是我们要更加综合的考虑，来考虑我们要选择的内容运营的模式到底是什么哈。就可能我们考虑的因素不仅仅是有包括这个视觉体验的升级，还有很多其他的成本。为什么我们觉得图片是比文字更好的一个这个形式，而不一定是视频呢？原因是从成本的角度来讲，图片比小说的成本，不管从市场成本也好，时间成本也好，试验成本也好，制作成本也好，各个方面的成本都是跟文字高出一点点，但是从整个视觉体验的效果来说高出非常非常的多。因此我们会觉得，哎，这也许是一个迭代文字的一个这个内容运营的一个方式和载体。但视频跟漫画之间很可能就差距这么大，从市场成本、制作成本各方面成本来讲又差距这么大。因为我们当时光做这个视频，我们就用一个团队差不多5个人的精力，做了大概可能有1个月左右的时间，但是我们可能画一个漫画，主笔再加上助理，可能也就3天之内的时间可以去完成。当然我们都是仅仅是在做制作时间哈，这个构思时间都是另外说的，就光这个制作时间都比它长很多。对，所以从综合的角度去看，我们会觉得今天如果我们要发现一个更加适合去做内容运营的载体的时候，我们会去考虑从最低成本去迭代上一个载体，然后在视觉体验上又升非常非常多的情况之下，可能才是一个可能迭代上一代的更好的一个内容载体来供我们做选择。因此我们觉得图片可能是在文字和视频当中都是最方便最简易去进行整个内容运营的传播的一个重要的形式。对，这个是第三点。第四点我大概讲的是符号时代。要不我们中场休息一下，然后待会儿再继续讲第四点。谢谢。好的，非常感谢安妮给我们带来的上半场的精彩的课程。如果你觉得在刚刚我们听过的课程当中能够有所收获的话，欢迎对老师进行一个赞赏，作为跟老师和同学的互动渠道，安妮也给赞赏排名靠前的同学带来一些小福利。第1到20名，安妮亲笔签名的快看漫画年度主题书《相爱的人会在一起》一本。第21到50名，快看漫画热门作品《快把我哥带走》。其实这些福利非常的有趣，相信也可以从这些福利当中直观的感受到安妮所讲的这个运营的方法论。那么想要获得此次福利的同学请抓紧机会，下面是我们的课间休息时间，请线上的同学不要走开，我们准备了15分钟录的一段精彩的视频，我们15分钟后见。再见。我在那个范冰冰工作室工作了6年的时间，从2008年到2014年。那么在跟冰冰的整个工作过程中，我印象非常深的是有一年国庆节，国庆有7天的时间，我们大概跑了10场商演。有一天我们一天去了6个城市，就早上从哪儿到哪儿到哪儿，就不断的转飞机转汽车。那一天有3场活动，我们转了3个城市，就是你所有的感受都是被时间不够这个事情所压迫着的。我们的工作里有个东西叫档期表，我们每一个演员都有个自己的档期表，调档期调的牛逼的人在经纪人行业里是非常牛逼的人，因为你要把这所有的365天的时间排开，你什么事情可以嘎一个什么事情。就像很多人来邀请明星合作，他不理解你怎么一天的时间都没有，怎么半天的时间都没有，是真的没有。所以我觉得我在跟冰冰工作的过程中有一个让我豁然开朗的事件，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为什么我会对于觉得要做明星的品牌这个事情这么执着，就是冰冰还有一个称呼叫范爷，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范爷这个称呼其实是一个在比较偶然的情况下产生的，就是有一次我们去上海的时候，在上海就来上海，然后他有一些粉丝接机，这些粉丝就喊他范爷，他当时第一反应以为在喊范伟，
他都没听明白，那是在喊他。然后呢，我觉得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就是他表达了冰冰身上的某一种很有特殊的一个特性。那我就去查，我去网上查这些人，他们是一个自己的一群女孩的一个小组织，他们会把冰冰想象成一个男生，然后叫他范爷，然后他们会自己跟这个范爷这个称呼进行一些互动。当时我就觉得这两个字很有趣味性，他那个趣味性表达了是，既表达了冰冰身上除了她漂亮这个个性以外的她跟内在的一些特点，然后她又非常利于传播。正好冰冰当时拍了一组时尚先生的封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她扮了很多男人，从切格瓦拉到李小龙等等一大组那个照片。然后呢，当时我们在这组照片推广跟发稿的时候，我们直接用的所有的标题全都是范爷，没有用范冰冰。然后那组照片是极具传播性的，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有意思的内容。那么你在一个你有了一个创作素材，就是有意思的内容的时候，你再给他了一个有趣味性的标题，就是范爷，于是范爷这个题目很迅速的使得了这个那组照片达到了一个更一加一大于二效果的传播。然后那一年呢，我们去了戛纳电影节，冰冰是他第一年去戛纳，2010年的时候，也是他穿龙袍那一年。那么我们在做龙袍这个新闻的时候，除了龙袍本身之外，在龙袍背后所有的采访里，其实我们用的也都是范爷这个概念。所以其实大概只花了2个月的时间，范爷这个词就马上的深入人心了。所以这就是在很多人你看到了范冰冰是一个很漂亮的女明星之后，你通过范爷这个名词，你会更容易 get 到她的坚持， get 到她的独立性。就是我觉得在明星的品牌的传播上，我自己一直有几个原则。第一个东西叫做不破不立，就是当别人对你有误会的时候，我不太喜欢解释，我觉得解释没用，因为解释大家不信。我刚开始做冰冰工作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有比较多的负面新闻，我经常去跟媒体解释，我说他不是这样一个人，他是那样一个人。然后大家给我的回馈就是我不信，因为你是一个有身份的人，你是代表着某种利益来跟我进行交流的，所以你说的话我们都不相信。这个事情其实让我想了很久，就是别人不相信你也是有道理的。别人为什么要相信你？就不，今天不是说我发了一个声明或者我做了一件事情，别人就有理由相信你了。你到底要怎么样让别人认知到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这是我刚才提到的不破不立。比如说你今天的形象如果是一个我们所谓的传说中的被包养的形象，因为很多在早年间啊，很多女明星会有这种新闻传出来，那你与其跟每一个人解释说，哎，不是的，他没有被包养过，大家都不行，对吧？因为这是一个自然的联想，就很多人会有这样的联想。那你不如把它做成让大家明白，她是一个女老板，她是一个女企业家，她是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人。当你这个更独立的形象立起来的时候，你的那个被大家看不到的那个和误会的形象就破了。这就是一个破跟立之间的关系。所有的明星形象，其实我在整个讲话的最开始我就提到了叫第一印象。我们很容易在第一印象产生误会，这个人你因为什么被知道的，而大部分第一印象都是负面新闻，因为负面新闻的传播是大于正面新闻的。我觉得对于明星来讲，其实遇到任何负面新闻都不可怕，因为这个负面新闻其实往往是高关注度的事情。那什么最重要？态度最重要，是你面对这个新闻的时候，你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你以什么样的姿态。比如说你犯错了，你是认错还是不认错，你被人误会了，你是哭诉一场还是你站起来勇敢地跟对方反驳。每一个人由于个性的不同，面对危机事件的时候处理的手段都不一样，但是越是危机的时刻，越是危机的状态，越能体现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越能展现你性格里有的人格魅力或者人格缺陷。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看到的八卦，大家看到的绯闻，可能在大家看来就是一条新闻，但这些事情本身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讲，既是一个巨大的危机，也是一个巨大的契机。就在这个过程中，你如何利用这件事情把你自己的形象，你是重新做一个梳理，还是你去进行一个更精准的定位，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是明星真的遇到，只要你不违法，你不犯罪，遇到的所有事情，那都是你的个人经历，它都不可怕，是你要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姿态来面对大家。
那我觉得不说明星，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每一个创业者，还是我们每一个在社会生活中环境生活的人，我们都不可能是单一的个体，我们都会面对被人家误会或者被人家有一些看法的状况。我自己也会有这样的局面。比如说我在跟鹿晗合作以后，其实我花了非常大的一个时间去适应这个合作。我过往的一个工作状态可能是整个行业里对你都是挺认可的，然后整个你的同行也好，虽然会对你有一些争议或者非议，但是对你的工作能力其实都特别认可的。那么我在跟鹿晗合作以后，我其实受到了特别大的一个粉丝的冲击。大家会对你的工作提出很大的意见，会提出非常多的批评。我一开始是受不了的，就是我觉得我这么骄傲一人，我就从小到大都被表扬长大的人，就是有这么多人集体性的攻击你的时候，我是受不了的。那我后来理解了这件事情，是因为第一个，你确实没有做的真的无可挑剔，虽然我不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人可以做到无可挑剔，但是你没做到，这是个事实。然后第二点是，每一个人的立场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的立场他会从他自己的角度看这个问题。那面对这样子的争议的时候，其实你自己要做一个选择，就你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你所面对的问题。反正回归到我自己呢，我觉得我只去做我认为对的事情。我不解释，我不喜欢用解释的方法去解决这样一个小问题。我不到了重大的法律问题或者是基于重大事实层面误解的问题，我都不解释。我觉得没有人会记得你曾经犯过的错误，没有人会记得你那一件一件没有处理好的事情，大家只会看到你往前走的脚步够不够快，大家只会看到你自己到底冲击到了什么程度。我觉得用进步去解决所有的攻击是最好的手段。所以我觉得我如果自己是个足球教练的话，我一定是个那种倡导进攻型的教练。每个人不要给自己设置竞争对手，因为设置竞争对手你会被竞争对手所局限，竞争对手走哪你会觉得我要走哪儿，但我觉得不是的，整个视野是非常广阔的。我们这个行业很多人喜欢设置假想敌，很多人有被害妄想症，很多人喜欢竞争对手，但是你的成绩跟这些人都没关系。今天不是一个只有你就没有我或者非你不可的局面，永远不会存在，因为中国太大了，市场太大了，人太多了，你自己找准你的市场，找准你的定位，然后去经营你自己那一块的东西。我这一年的一个比较大的感受就是巨星时代已经过去了。我觉得中国很难再出现一个我们所谓的老少咸宜的明星，因为我们每一代人的阅读手段阅读方法全都不一样。原来大家一起坐在电视机前面看春晚，谁上春晚，春晚上讲了相声，演了小品，唱了民歌，全中国人民都知道他，都喜欢他。现在我前阵子面试我们一些实习生，我问他们，我说你们最近看过的最红的网剧是什么，三个人每一个人都回答我是欢乐颂。我说欢乐颂是一部电视剧，不是一部网剧。他们就哦，这都是影视专业的学生回答我的问题。所以我想说的是，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讲，他们已经分不清楚什么是网络剧跟电视剧了，他们已经不在乎这件事情了，因为他们的阅读的手段全部都是网络，整个时代都变化了。那这个问题如果我去问我妈，她一定告诉我我问她最红的电视剧什么，她可能也依然回答我是欢乐颂。因为每一个人去看的获得资讯获得娱乐的手段全部都不一样。我有很多朋友，我的年轻朋友们，他们只在 B 站上看所有的视频，他们连视频网站正常的视频网站都不上，他们只在 B 站上看，因为他们就是要看弹幕看弹幕看跟别人的交互。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年代，明星个人的品牌的独创性会越来越重要。每一个人其实都在慢慢地经营自己的社群，这个社群有对外的有对内的，有自己的粉丝群体，也有对外跟你的气质相符合的广告客户，你的运营商，你的整个网际其实都是属于你自己的。这就是回头大家听了教授的课就知道我说的这个意思。我无法用特别高深的理论去总结它，但是这就是一个我自己的一个认知上的一个感受。我们不再会拥有那种全民的偶像了，我们不再会拥有像我们现在大家都是国民大叔、国民男神、国民女神、国民小鲜肉，我们自己已经在分类了。我们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巨星，男人喜欢、女人喜欢、老人喜欢、小孩喜欢，不会再有了。我们在巨星时代过去之后就是社群时代。
我不知道未来商业社会上的产品会不会进行这样的细化，但我深刻地感受到我们的这个行业是在发生变化的。I met you. I drink too much and that's an issue, but I'm okay. Hey, you tell your friends it was nice to meet them, but I hope I never see them again. I know it breaks your heart. Moved to the city and I broke down crying. 4 years no calls. Now you're looking pretty in a hotel bar and在流变的现象下面有一个不变的本体，无论哪个机会你要抓，离不开今天的一词，也是你们今天这个主题词，就是创新。科学时代的出现压倒了中国技术领先的国运。自主创新是目的，希望通过我们一代人的奋斗，最后我们能实现自主。一个成功的公司一定不仅能做多快，不仅能最后能做多大，核心在它做快做大的同时，有没有把效率当一回事儿，有没有死死咬住效率。平时不折腾，但是在关键的点，如何动用周边所有的资源，然后呢抓住这几个重要的要点去帮助创业者。把用户产能源，那怎么把它留下来，到底能留下多少，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Collaborative, these technologies of collaboration are really what we're making. And that's where the new business opportunities are. That's the new cultural opportunity. DNA 和基因到底是什么？它怎么通过化学的方程去变成人的？万物联网在将来下一代是一个智能的万物联网。你做一家公司，如果你知道在这个过程中怎么吃亏，你就有可能做大。人工智能呢，是一个大的方向，毫无疑问。未来所有的东西都是智能化的，产品本身其实没有变，而产品本身改变的是消费者对它的认知。但是因为有了数字宇宙的产生，我们今天才能站在这里谈人工智能。到底这个世界的认知，你是以太阳为中心来理解，还是以地球为中心来理解？世界上万物的复杂性归纳到原子的简单性，每一个人一定应该学习一门课程。什么课程？这门课程就叫做概率与统计。消费级的市场和企业级的市场天生就是可以互相引流、互相扶持的。我们大家都是公平的，一年都具有365天。满足好奇心，定位用户，建模，然后提高段位。有很多人想问题是跨过你好几倍的维度去思考问题的，所以你在下面再做更多的努力，再多的努力其实是没有用的。
当他一个新发现出来，前面的历史必须重新看待。你自己根本就不用，你自己根本不买的东西，你凭什么卖给你的消费者？それがいいことだって僕は。好的，欢迎回来。那么我们今天课程结束呢，仍会有30分钟的互动答疑时间。有希望与老师进行互动的，可以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的同问提出您与老师互动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有请安妮。对，大家好。前面是讲到了三点，第一个点是颜值时代，第二个点讲的是，第三个点讲的是移动端时代。我们回顾一下。第二点讲的是头部时代，颜值时代讲的是说，对新时代的内容，我们对内容整个精美的包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二个讲的是头部时代，相比起量来讲，我们可能更需要质量。第三个是移动端时代，也就是说我们在做内容运营的时候，我们可能更需要找一些符合移动端的内容载体。这是下半场这部分的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做内容运营的时候的最重要的基础。所以到第四点的时候，可能我们要更加深入的去讲内容运营。符号时代，符号对于新一代人的意义。今天我们在讲内容讲故事的时候，最近有一个炒得非常火的概念是叫 IP。 很多人经常在说什么是所谓的大 IP， 什么是所谓的好故事。当然有一个事情的前提是，可能我们大家都必须达成共识，就是从古至今，好的剧情一定是好的故事的基础。所以今天我们也不谈说一个故事在一个很快的剧情的前提之下来做讨论。今天我们想讨论的是说，在同样的故事拥有同样好的等级的剧情的情况之下，我们怎么样让这个内容吸引更多的人的注意。第四点我想讲的就是符号。很多人忽略符号的价值，大家说我们要做一个这个很庞大的世界观，我们要做一个这个有庞大剧情的，然后有庞大象征意义的一个类型的作品，但是他们都忽略了符号。今天其实我们经常在讲说我们如何做一个大 IP 的时候，从我的角度来讲，因为漫画其实本身是承载故事的载体，然后我们其实是在做很多很多的故事。那其实有很多人会问我说，那你怎么看现在的 IP， 我们是需要去做一个大世界观的。我的理解是这样子，就是我的理解是，大世界观不意味着说你在架构这个故事的时候，你是搞了一个多大的土地，然后这个土地上有多少的门牌号，然后这个门牌号有多少栋房子，然后这个陆地上面还有一个岛，下面还有个什么，这个就是大世界观。其实我并不这么认为。之前我看过一本书叫做故事，故事其实讲的就是整本书其实就讲的是戏剧的逻辑。这本书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吸引我的一个观点，就是剧情事实上是为人设而服务的。也就是说，我们原本以为说我们所有故事里面的人是跟着剧情走的，剧情怎么走人就怎么走，事实上是相反过来的。所有的剧情所有的情节事实上都是为人而服务的。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符号。符号是什么？今天我们会发现非常非常火的当红的影视剧也好，或者当红的漫画也好，他们很可能都是通过某一个符号火起来的，而这个符号大概率下是这个作品的人设。人设是什么？今天是一个卖人设的时代。其实很多人都不了解说，日本的动漫行业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职业，这个职业就是专门卖人设的。也就是他们可能会写出这个人的特点，写出这个人的整个标签，描述这个人跟整个的性格，而这个人就已经能够让所有的年轻人为之振奋，为之喜欢，就是非常非常的讨巧。所以今天我们讲人设是一个作品吸引别人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我要讲的一个案例是《快把我哥带走》这个作品。这个作品呢，事实上最开始我们发现这个作品的时候，这个作者叫幽灵。幽灵这个作者当时在微博上应该是有大概不到2000的粉丝吧，就不到2000的粉丝。
然后他在微博上画了一组漫画，这组漫画呢是一个黑白的漫画，然后黑白的漫画呢在微博上讲的是一对兄妹就是经常打架和吵架的故事。我们当时在这个作者在微博上发这个漫画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漫画很有意思，虽然说他的转发和评论当时只有个位数或者是只有二位数，就非常非常的少的情况之下，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个作品非常有意思呢？原因是这个作品提供了两个非常非常鲜活的人设，我们觉得这个人设是符合当代年轻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人设。这是三个就是这个作品里面非常典型的这个三张图。这个作品里面大致讲的内容就是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天天吵架争吃零食，然后完了之后就是妹妹有一个非常非常强的一个过肩摔的一个本领，然后好像一个这个跆拳道选手一样，然后每一次都把哥哥各种过肩摔各种压在地上各种这个虐打的一个故事。我们觉得这个人生为什么非常有意思呢？原因是这对兄妹他其实完全去除了过去的这个电视剧也好这个电影也好那种非常脸谱化的这个兄妹的人设。就过去我们其实看到很多影视作品或者是动漫作品，这些影视作品里面的兄妹呢事实上都是非常脸谱化的非常的典型的，要么就是兄控要么就是妹控，但事实上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哪有这样的存在呢？基本上如果你问到一个女生她有哥哥的话，问说你的哥哥是怎么样的，基本上应该是跟哥哥从小虐她一起长大的，然后你问到一个哥哥他的妹妹怎么样，这一定也不是像电视剧一样妹妹非常的楚楚可怜，应该在家里面是跟哥哥一起厮杀的。我们会觉得说这个人设非常非常有区别于以往影视剧里面那种非常典型的非常虚幻的就是非常所谓的非常美好的兄妹的这种形象，而回归到非常的现实，就是兄妹之间他会经常说哎，你抢我东西吃我抢你东西吃，然后可能在学校里面遇见我不是像电视剧一样就是哥哥突然就温柔的去抚摸妹妹的头，而是可能就是哥哥穿过去然后把妹妹的头哐当打一下，然后或者是这个妹妹在路上看到哥哥的时候突然冲过去一个飞拳踢，这可能是今天现实生活中我们觉得在现实当中更加存在的一种哥哥和妹妹的一个形象。所以当时在网上看到这个作者画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两个人是非常有意思。后来我们就把这个作品给签下来了，原因是即便这个作品才刚刚开始在微博上发布了第一话还是第二话，就只有两话的这个内容，我们对这个剧情的内容其实根本都还不了解，我们不知道后面会怎么展开，我们不知道这对兄妹到底发生什么的故事，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故事里面还有多少的情节还有多少其他的人物，但当时我们就决定把这个作品给签下来，原因是我们觉得这个人设非常的讨喜。然后把这个作品签下来之后，我们开始了一系列对这个作品的这个跟作者一起讨论，做了一系列的这跟这个内容的运营活动。第一个部分是我们把这个作品从黑白建议作者变成了彩色，就是我已经找不到很久之前黑白的图片了，所以大家可以自行想象一下，原来这个作品是一个黑白作品，我们把它改了彩色。第二点是最开始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做逗逼兄妹，我们觉得逗逼兄妹事实上其实并没有体现出这个强烈的这个作品的人设，于是我们把它改成了一个名字叫快把我哥带走。我们觉得这个名字其实是更加强调这个人设的符号的，因为这个妹妹是一个非常嫌弃自己哥哥的一个妹妹，所以她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是只要有人能够把我哥带走那就是最万幸了，赶紧把这个人让这个人家消失，我们觉得妹妹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我们就起了这样的一个名字快把我哥带走，我们觉得这个名字是更加有代入感的，很快的第一眼你看到这个名字在你脑海当中你就浮现出两个非常鲜活的形象，一个非常嫌弃哥哥的妹妹，一个经常烦妹妹的哥哥，我们就把它改成了这个名字。然后第三点就是我们在微博上发布的时候，就是后来我们就给他开了一个微博，就这个作品我们给他重新开了一个微博，这个微博叫快把我哥带走。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作品的微博的名字叫快把我哥带走呢？其实当时在2015年初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多少的这个微博的账号他们是使用
这个作品的名字作为他的微博名，可能更多的是使用这个作者的名字作为他的微博名，但我们是微博上第一个使用漫画的名字作为微博名的一个这个运营手段。然后最开始我们使用快把我哥带走这个名字的时候，原因是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微博的首页上去显示的时候，可能第一个进入你眼帘的应该就是这个微博的账号名，因为微博的账号名的颜色跟其他的是这个字体是突出的。然后当时在微博的首页上的时候，今天这个微博可能不太一样，当时在移动端的微博首页的时候，它的那个微博名的名字是蓝色的。我们发现这个蓝色的微博账号很可能是第一个进入用户眼帘的一个关键的信息，所以当时我们本来是想要使用作者叫幽灵，我们在想使用作者的微博账号去发布这篇作品，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如果说微博账号这个名字是映入用户第一个眼帘看到的一个关键信息的话，那我们就应该把最重要的信息放在微博的账号这个名字这个位置上。因此我们就重新开了一个微博，然后直接把微博名叫快把我哥带走。然后这个作品只要一旦出现在别人的首页的时候，第一个映入眼帘的特殊的颜色的字体就是快把我哥带走这个作品的名字。后来我们在这个微博开了之后，我们开始去发布这个作品。我们采用了几十条，这个作者当时是画了几十条的这个漫画，就就几十个章节的漫画。我们在几十个章节里面选取了九个最有意思的章节，因为我们觉得这九个最有意思的章节是最体现这个哥哥和妹妹性格的。就是我们把所有的情节全部都抛除掉，我们把所有这个有故事情节的、有那个比较长的这个情感线的和剧情线的全部都抛掉，作为第一次的首发。第一次的首发在微博上，我们选择了九篇，没有太多的情节，但是非常强烈的反映兄妹之间性格的小小的，大概四五格，每一篇大概四五格这样的一个这个漫画的一个章节发到微博，就是左上角的这个图片。然后当时发到这个微博之后呢，我们写的文案是：如果你有一个这样的哥哥，是否跟主人公一样每天都想暴走100遍？对，我们非常的去强调这个主人公跟哥哥之间的人设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异。然后当时这个微博在发布之后，我们在网上去找很多的我们的朋友，或者是找很多的这个我们周围的朋友去转发这个作品的时候，我们特别的强调告诉他们说，在转发的时候，你的转发语更多的是去强调哥哥和妹妹这两个角色。所以当时有很多人的转发语是说，好像这才是现实版的哥哥，好想有一个这样的妹妹，或者是这个暴走的妹妹完全就是我的翻版，或者说这个哥哥才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真实的物种，就很多是转发这样的语言。所以在第一次首发这个作品的时候，所有人记住印象的就是这个哥哥和妹妹的形象，哥哥和妹妹的形象的这个人设就成为了快把我哥带走这个作品最重要的符号。我们首先是记住了人设，然后后来有很多人跑来问我说，哎，快看的首推的很多作品，早期首推的很多的作品好像都比较轻，好像都比较短，好像没有所谓的世界观。那这个是属于快看我们自己独特的观点，我们认为一个好的世界观是为好的人设而服务的。如果你有了一个好的人设，延展世界观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后来我们跟这个作者聊的时候，我们发现如果单单是讲兄妹的日常的话，可能稍微会有一些单调，于是我们就加入了情感线，我们加入了亲情线。所以后来这个作品里面又出现了其他的配角，慢慢的出现了其他的配角，出现了这个妹妹暗恋的这个男生，出现了暗恋这个哥哥的女生，然后出现了这个兄妹的父母，然后后来出现了感情线，就出现了这个兄妹之间和父母之间的一个非常非常感人的一个合集的一个那个亲情的故事。所以一点一点在丰富他的世界观。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的话，我们是觉得今天如果我们先把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世界观摆到用户的面前，反而其实让用户非常难接受。比如说今天如果快把我哥带走他的首发的形式并不是以一种人设非常非常跃然纸上的这种形式去呈现的话，比如说一开始我就讲，哎呀，这个哥哥和这个妹妹有一段非常心酸的往事，然后他们有一个这样的朋友那样的朋友，然后这个世界里面有这样的角色那样的角色，
如果是以这种形式展开的话，这个作品事实上最开始的时候用户是失焦的，就用户其实并没有捕捉到某一个最重要的符号是什么。所以我们采取用最简短的方式让用户更快地去发现这个作品的符号，这个作品的人设的特点，然后进而把用户拉进到这个内容过程当中，再慢慢地去展开世界观。这是我们觉得今天在高度信息化的时代，然后也高度时间碎片化的时代，我们觉得是更适合的一种内容运营模式。为了突出这个人设，我们还做了很多其他辅助的工作。比如说右边这张图，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有哥哥的类型，就是我们会让这个作者也慢慢的去画一些其他的这个就超出这个作品本身剧情之外的一些漫画内容。比如说这个我们帮他画了一篇，让他画了一篇各种类型的哥哥的一个图谱，然后就是可能有一些腹黑型的哥哥，或有一些高冷型的哥哥，有一些中学型的哥哥，然后也有一些这个运动系的哥哥，这个清水系的哥哥，什么类型的哥哥都有。然后到最后有一个亲哥，就是亲哥就是经常打你，然后一点也不可爱，然后一点也不宠妹妹，然后天天就只会烦你，然后长得也不帅，就亲哥。然后去更加突出这个亲哥的形象，把这个亲哥的形象的符号更加去体现化。所以我们会做这样的很多的运营的工作。当时我们发布第一条这个快把我哥带走的第一条微博的时候，当时是转发了，当天晚上是转发了9万多次，就一个全新的一个微博账号，就之前是没有任何粉丝的，转发了9万多次，评论是10000多，然后评论里面大部分都是在讲说这个是亲哥，这个是亲哥，这个是亲哥。然后这个微博呢是当时是发布了之后是一下子上了这个十日搜榜的前5名，这都是2015年出的图片了，然后上了那个热搜的话题榜，然后也是热门话题榜的第2名。对，就是由两个非常突出的人设所引发的一个传播效应。然后现在这个作品已经是动画化了，然后在腾讯视频播出，然后真人剧现在也开始在开播，明年应该会在电视上跟大家看到，电影也慢慢在筹备过程当中。刚才讲到第4点，就是符号化时代。这个观点其实是由于前面所讲的1、2、3点的基础所造成的。我们今天可能更看精美度，我们今天可能更看头部内容，我们今天可能更看重移动端时代的这个内容载体。第4点是在前面的基础之上，我们需要让这个内容更有符号化，更有人设化，让用户第一眼先捕捉到你的符号，你的标签之后，可能才会更感兴趣进入你的内容。除了漫画之外的话，我还选取了一些我自己感兴趣的案例，但也许并不是所谓的这个非常一定是非常经典的成功案例，但就是从我的视角，可能我们比较关心的一些案例是当时欢乐颂在微博上非常非常的火。其实我本人是一个平时工作非常非常忙的人，所以我几乎是没有时间看电视剧的，我也没有时间可能主动去发掘一些好看的电视剧，但是我们却当时有一段时间我就经常被欢乐颂去刷屏，然后我发现欢乐颂的刷屏到了在某一个点到达了一个非常大的高潮，就是在樊胜美这个形象出现的时候，就你根本就没有看过欢乐颂，但是你已经知道了樊胜美这个角色。在微博上的时候，樊胜美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凤凰女的角色，就是她为家里就到城里面去打工，从农村出身，然后为家里付出了很多钱，但是还一直被由于自己是女孩，所以被家里的这个父母所埋怨为什么你没有去帮自己的哥哥，就这样一个典型的一个凤凰女的形象在微博上突然间火起来。然后当时微博上突然就出现了很多樊胜美的语录，然后这个樊胜美的图片、樊胜美的动图、樊胜美的视频来讲述樊胜美的这个角色。所以当时其实我是并没有看欢乐颂的，而且我看到欢乐颂这个作品类型的时候，事实上我是并不感兴趣的，但是我的微博却不停地被樊胜美所刷屏，这个人设就深深的印象在我的心中。哦，原来这里面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她其实是一个农村的凤凰女出身的一个角色，然后她在网络上很多的行为引起了热议。然后这个是欢乐颂的几个的人设，他们都非常的典型，就是你都可以用一句话的标签去概括这个人设到底是干嘛的，你就很容易记住这个欢乐颂的舞美。这个是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个内容运营的案例。然后后来我去
我因为这个樊胜美的角色我去看了欢乐颂，但由于这个业余的时间确实太少了，就没有把这个欢乐颂这个作品去看完，但是他成功了第一步，也就是说原本把一个根本就对这个内容看似并不感兴趣的用户拉到了这个内容里面，所以可见人声的力量是如此的强大。最近也有一个案例，我自己是比较这个印象深刻哈，就是最近热播的那个《楚乔传》。事实上，《楚乔传》这个作品我至今都还没有看，因为我确实还没有时间去看《楚乔传》的这个作品。但是《楚乔传》却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运营案例，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虽然至今我都还没来得及去看，就是最近《楚乔传》最新的剧情里面出现的一组海报，这组海报呢用了四个人作为单独的一个海报，然后用了四字词来体现了人物的不在现在的剧情之下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第一个是这个赵丽颖她的这个人物海报不再蛰伏，第二个我不知道这个字是不是读蛰，没有文化，第二个是不再冰冷，第三个是不再阳光，第四个是不再天真。那这四个词呢都体现了人物性格在现在的剧情下发生了这个巨大的转折。第一个应该就是讲的说这个大概应该就是讲的说赵丽颖在这个剧里面备受屈辱，然后她现在已经要逆袭了，她已经不会再这个忍受了，她马上要逆袭了，就告诉强烈的告诉观众人物角色在这个时候他的心理发生了和性格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然后逆袭之路就是可能大家都非常非常喜欢看的类似的剧情。然后第二个是不再冰冷，就是一个高冷的腹黑的男主角，他可能在这个剧情转折过程中他可能会变得更加温柔，就也许可能跟男女主角之间这个爱情的因素催化了之后他变得更加温柔，所以他不再冰冷。第三个就是不再阳光，我理解大概应该是这个角色经历了一系列的痛苦之后他开始要黑化了，就是马上要不再像以前那种中选系的阳光的形象，可能马上要黑化了，可能马上要变得非常的阴狠恐怖了。就但前提都是我没有看过这个作品，但是我从这个海报里面得出来的信息。然后第四个就是不再天真，应该就是讲一个这个可爱的女孩，然后后来也可能是有一定的逆袭，然后可能变得比较那个就是跟原来这个天真的形象形成鲜明的反差吧。就《楚乔传》其实到今天我都还没有看过，但这四个角色的形象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面。但就我就在微博上看到有人转发这四个人的海报，我就觉得这组海报做得特别特别的好。后来我就把这组海报就是这个也发给我的同学看一看，就觉得特别的有意思。所以今天我们都发现说，很多时候我们认识一部剧，我们并不是因为这个部剧的剧情，我们也并不是因为这个剧的题材，我们更不是因为这个剧的世界观，我们很可能就是因为被一部剧的人设所吸引。然后最近在网上又疯狂刷屏，不管我刷微博刷到哪儿，都会刷到夏至未至的人设。而夏至未至这个作品是郭敬明早期的作品，我这也是我早年的这个早年读初中读高中的时候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部作品。然后陆之昂这个角色在网上突然又火起来了，就说是这个暖男啊，然后又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就中选系的一个非常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暖男，然后还有跟一个颜值非常非常高但傻白甜的一个女孩组成了一个 CP。 对， CP 这个词在今天也是非常非常的热，就是说人设优秀的人设和优秀的人设之间很可能会打成一种强强联合的效应，可能让用户更加感觉到哇这个人设更加突出了或者更加喜欢了。所以今天我们强调的是符号的意义是在于说一个作品如果包括我们所有的内容，又被我屏蔽了。一个作品如果在一开始展现在用户面前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庞大非常大信息量的时候，也许用户是很难接受的，所以符号才变得如此的重要。而这件事情的底层逻辑是在于说，今天由于前面的这三点已经讲到了，今天由于大家的信息量非常爆炸，所以我们在用一个内容去吸引用户的时候，我们要一个从简入繁的一个模式。就最开始的时候你要给他最简单的东西，然后最直接的东西，最吸引他关注的东西，然后再慢慢慢慢衍生进来，让他感受到这个故事可能更大的内容更大的世界观。我理解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我们在新媒体上写一些文章，或者是当我们要去运营一些有意思的内容的时候，可能我们要第一个想的是我们运营的这篇内容我的符号到底是什么，我的标签是什么，而且这个标签一定不能多，
就比如说这个哥哥，他的形象呢，其实，他现在展现在大家面前形象就是他很烦，对吧？他最大的标签是一个他很烦，他老是烦他的妹妹，这是一个最大的标签。但是这个哥哥其实身上有很多的标签，就我们每个人是立体的，所以其实每个角色他都是立体的，他都会有很多标签。比如说哥哥有时候会很烦，但是他也有可能有柔情的一面，对吧？然后他可能在故事后面慢慢延伸的时候，发现他其实是一个有责任感、有担当的一个哥哥，对吧？然后他还可能有自己暗恋的角色，所以这个人物本身是立体的，但是你一定要选择一个最重要的标签去打在用户的面前，就标签一定不能多。如果这个标签非常非常多的话，用户其实就会失焦，他并不能捕捉到到底这个角色意味着什么。然后当你找到这个符号之后，你必须不停地去强化这个符号，不管是从这个剧情也好，还是从运营方式也好，还是从刚才我们讲到的用其他的角色的形象来突出这个形象的特征也好，我们必须不停地去强化这个符号，才能够让用户真正的记住这件事情。因为今天其实大家信息好多，其实每天看好多好多东西，但是并不是所有都能够记住，所以一定要抓住一个用户最感兴趣最关注的点，不停地重复，不停地洗脑，那这个人设可能就会印到这个用户的心里，用户才会更感兴趣去关注下一步这个内容讲的是什么。所以这是我理解的符号时代，并且符号跟世界观之间的关系。第五个点我想讲的是偶像时代。其实前面讲的四个点呢，我理解是层层递进的哈。就其实这里还是要稍微的讲一下，就是这些点呢，其实这是我第一次讲这个方法论，以前其实讲的大部分都是故事，所以讲的今天讲的有点磕磕绊绊。其实这些方法论呢是我最近才开始总结的，原因是早期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就真的脑子里就过一秒的事情，就并没有说把这些东西总结出来。所以今天我总结出四个点，我觉得是有层层递进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内容的好内容的基础上，我们要去做好的包装。第二个就是我们一定要选取最头部的内容，并且聚集所有的资源去砸头部的内容，聚拢资源去砸头部的内容。第三个就是我们在选用内容运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选择移动端时代所需要的载体。刚才已经从内容文字图片和这个视频的形式去做出了一些比较。第四点就是符号化，也就是说我们在做内容运营的时候，你要更强调你的标签、你的符号，所以它其实层层递进的。那到第五点，我觉得就是到最终的一个环节，就是你是不是能够把你的内容打造成偶像。其实前面我发了一张图片，就是我们签售时候的照片，我们现场来了10000多人。那这10000多人，他们必须得付出可能每个人平均100块钱以上的成本，并且还要排8个小时，他才能拿到他自己偶像要提供的这个签名。那为什么我说最后是一个偶像时代？原因是当一个角色也好，当一个作者也好，当一个作品的符号也好，它形成了一种偶像的效应，它在用户的心里形成了一种立体的偶像的一个形态之后呢，它就会引发一系列的这个用户对这个内容也好，对这个世界观也好，对这个剧情也好，一个疯狂的追逐。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当一个人设或者一个作者的偶像立起来之后，很可能他衍生出的很多的东西都会被所喜欢，并且用户他可能还不太 care 说你衍生出来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他只 care 这个偶像存不存在，这个角色存不存在。这个就是第五个点，深层次的偶像时代了。我们觉得偶像有一些各自各样的特性哈，就比如说今天我们看到的明星也好，这个作者也好，或者是人物角色也好，其实他们都各自有自己的特点，所以今天我们要讨论是他们的共性。我觉得偶像的起码的一个共性是他的标签很突出，然后他很美，然后他很正能量，并且他有成长路径，也就是他会变化。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偶像的基础，就是能够形成偶像的一个基础。这是一个在我们平台上非常非常非常火的一个漫画角色，这个角色叫做叶麟，然后他是我们平台上现在非常火的一部漫画作品《朝花夕拾》的男主角。那这个角色呢，跟前面那个《快把我哥带走》那个作品的角色一样，他有非常突出的自己的鲜明的标签。他原本是一个，看一下故事梗概，他戴上眼镜是冷漠沉默冷峻的高中生，摘下眼镜是浪荡不羁的夜店王子，女主同时爱上他们，想不到竟是同一人。
这个是这个作品的简介。也就是说，这个男主角的形象，事实上他是非常的标签化的，他是一个双面男主。就在用户的第一印象当中，他是一个双面男主。为什么是一个双面男主呢？他平时在学校上学的时候，他是一个头发乱糟糟，然后戴上眼镜，非常非常邋遢的一个高中生。但是呢，由于家境的原因，他晚上要在夜店里面打工做服务生。他一到夜店里面，他就突然间戴上耳钉，然后打上发泥，然后变成一个图片当中超帅的一个角色的形象。然后这个剧情里面呢，这个女主又刚好同时爱上这两个人，她并不知道这两个人是同一个人，又同时爱上了这两个人。然后就这故事就讲的是这个女主跟这个双面男主之间故事。然后这男主呢就不停地切换自己的形象，然后跟这个女主去做相处，所以双面就变成了这个男主的第一标签。然后这个男主呢，就本身回到刚才，就是说标签是很突出了，然后美也是很美了，因为他是一个帅哥。然后正能量，因为他是因为自己家境的原因在承担自己家庭的责任，所以在夜店里面去打工。然后第四个是有成长路径，也就是说他从一个非常非常这个贫困的一个这个男高中生，慢慢成长，变成一个或者非常的冷漠，非常的沉默，慢慢变得更加的温柔，更加的包容这个世界，更加这个接纳一切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路径。所以他其实满足了这整个的偶像特征。所以在这个作品上线之后呢，这个作品引起了非常非常疯狂的追逐。这是这个作品的一些评论。就这个男主角他有两个形象，一个叫做严树，一个叫做叶林。就严树和叶林分别是他两个不同的两面的一个角色。然后所有作品的评论几乎全部都是围绕了这个男主角，这个其实就是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偶像效应。然后这个作品呢，不管是卖书也好，还是卖明信片也好，基本上是刚上线的时候就是全部抢购一空。然后只要这个角色，男主角角色出现的地方，就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呼声。然后在我们平台里面，我们有时候会拿这个角色，我们会做一些偶像的一些人物角色的运营，就是我们会把男主角的形象可能拿去做一些明信片也好，或者是拿去做一些封面也好，或者拿一些产品功能也好，我们都会利用这个形象的角色去做一些运营活动，去更加去强化这个作品本身的男主角的形象。第二个案例是代表人物是金林峰，这是我们平台上另一部作品叫林峰偶像。林峰偶像这个角色呢也很有意思，也非常的标签化。他有一点点像现在某一个非常当红的一个明星，就是他在网上的负面舆论非常非常的多，但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单纯的一个人。他在网上，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呢？这个故事讲的是男主角是网上目前，不是网上，是全国目前最最最最当红的这个亚洲的这个偶像。然后但是由于这个在网上被人扒出来说考试考了零分，就是事实上大学考了零分，但是毕业证作假，然后就在网上引起了一大片的负面舆论。于是这个男主角就重回到校园去重新读这个大学的这个文凭，然后拿到这个大学的文凭。然后在这个大学里面遇到，就在这大学里面被所有的女粉丝疯狂追逐的情况之下，他遇到了一个完全不看电视不看手机，然后不了解潮流文化，什么都不懂的一个这个学霸女的一个形象。就这个学霸就不认识所有的潮流明星，他内心的偶像就只有就是费玉清这样子的这种，对，就所以他并不认识这个当红的偶像。所以当这个当红的这个偶像呢就去到学校的时候，被一大堆女生疯狂追的时候，他就躲进了女厕所里面。然后这个女生呢她的最大的标签就是爱学习，学霸，一切都不管，什么都不管。所以她有一本非常非常神奇的这个笔记本，然后这个笔记本上面记载了她所有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她的这个上课笔记啊。她这本笔记本叫做她的神圣手册。然后有一次呢，这个女主角就在厕所里面，在一边上厕所一边在翻阅她这本神圣的这个笔记本的时候呢，这个男主角就刚到这个学校里面，被所有的女粉丝疯狂的追逐。然后这个男偶像呢就马上就冲进了这个女洗手间里面去躲避。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女主角刚刚好出来，不好，然后刚刚好
也很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个女主角刚好把她的神圣手册落在了这个厕所里面，就那一会儿一瞬间的事情，这个男主角跑到厕所里面的时候，突然间就他的肚子痛了，想要上厕所了，然后又蓦然的发现这个厕所里面并没有纸，学校的这个卫生设施很差，于是他就看到了这个厕所里面有一本笔记本，然后他就拿了这本神圣的笔记本拿去解决了他的这个卫生的问题。然后就刚刚解决的时候，这个女主角就冲进来要找她的这个神圣的手册的时候，就发现她的神圣手册也就已经被玷污了。然后她刚刚想要发飙的时候，这个男主角看到这个女主角一瞬间吓怕了，突然间又把她神圣手册撕了好几张，说你要签名是吧，我赶紧签个名给你。所以这一开场的这个剧情的情节呢，就凸显出了两个非常非常明显有符号化的两个角色，一个就是非常自大的，然后其实智商并没有那么高的，但是非常单纯非常可爱的一个男偶像的一个形象，另一个就是突出了一个非常非常热爱学习，然后根本目空一切，什么都不懂，在我心里只有学习最重要的一个这个女性的角色。那这两个角色就实现了第一个标签化，就是说他们的标签非常非常的明显。然后我们的作品名字也叫零分偶像，就讲这个偶像是考零分的。那这个偶像呢，第一个就是满足了他非常的标签化，第二个就是他还是很美，就角色还是很帅，对吧，他还是一个帅哥。第三个就是他是正能量，为什么，就是说虽然说他考试就考了零分，但是他却是在音乐上有非常非常高的造诣，并且是一个非常努力去实现自己音乐梦想的一个偶像。第四点就是说他有成长路径，为什么说要成长路径呢，就是因为他刚开始出场的时候是一个极度的自大，然后极度的自恋，甚至有一点像小孩子小朋友的一个偶像的角色，但是在整个剧情的推展过程当中，他慢慢慢慢成长成一个真正的成熟的男人的这样的一个成长路径，所以他其实也满足偶像的特征。这是我们找到这个作品的一些点评。其实大部分其实讲的是精灵分的一个人物角色，所以我们发现其实他也满足了一定的这个偶像特征。所以其实当我们发现这两个偶像特征，就这两个作品的偶像特征非常明显的时候，我们就会利用这些偶像的一些偶像效应去做很多的包装工作。比如说我们可能在签售的活动现场，我们会做人形立牌，比如说我们会拿这些角色去自媒体上去做，就拿这些人设去自媒体上去做一些宣传和推广。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在很多的评论引导上面，我们会更多去引导大家对这个角色的评价，我们会更全方位的去把人物的角色去凸显，把这个偶像效应更加的放大。那其实偶像效应讲到的不仅是人设，甚至连作者都是有这个偶像效应的。就前面我也讲到，我们平台上的漫画作者其实都是长得非常漂亮的，那我们平台上也有一些漫画作者其实是长得非常帅的。这是我们平台上有一部作品叫《整容游戏》的作者，这个作者呢，其实他也很典型，就基本上后来这个作者都已经停更了，不怎么画画了，但是还是有一大堆这个粉丝迷一直在疯狂的叫说，金秋金秋金秋，就一直催他复更。然后每一次我们到签售会现场的时候，就是一万多名就是等待签售的这个读者到现场的时候，都有的人都拿着海报，或者有人拿着横幅，就写着这个作者的名字，然后一直在喊作者的名字，金秋金秋金秋，希望他现身。为什么提这个作者呢，其实他也满足了刚刚我们说的四点。第一个，他很标签化，就我们觉得他是怎么标签化呢，首先是他是我们平台上当红的一部作品的作者，这是一个前提，但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作者都能聚集出这样的偶像效应。第一个就是他的标签化，他的标签化其实当时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些定义，我们觉得这个作者从外形上的定义，他其实就是一个特别像韩国的一个明星叫什么来着，突然间有点短路了，大家有人有印象吗，叫什么来着，不是啊，对，好像是李俊基吧，对，就特别特别像李俊基的一个作者的形象。然后后来我们就在这个平台上，不管从我们社区里面还是从我们的运营活动里面，我们不停地去强调这一点，并且他是一个特别的像韩国的一个单眼皮的帅哥。所以我们也未来在不停的就是人物角色采访也好，然后我们做签售会活动也好，我们在社区上运营的活动也好，我们不停的去强化这个单眼皮帅哥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然后他本身呢又是一个这个
这个创作能力非常非常强的一个漫画作者，然后但是呢他平时又经常脱稿，经常这个延迟更新，所以又凸显了出一种虽然是帅哥但其实是非常非常懒散懒洋洋的一个作者气质的一个形象。然后这种形象呢在现代非常非常的受年轻人的欢迎，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角色去突出化了。后来我们就在整个微博上也好，在那个这个 APP 上也好，我们针对这个作者我们做出了一系列运营活动，包括我们可能接下来马上要上线的直播，我们还可能会让作者去直播。其实前面讲了这么多，就是不管是从作者作品的人物也好，还是从作者也好，事实上今天我们希望都是打造一个通过前面讲的四个点，就不管是从视觉还是从这个移动端还是从头部还是从那个符号化，我们到最终是希望真正打造出内容的偶像。就是今天我们运营很多的内容，不管是从内容的角色还从我们自己内容运营者本身，如果能够最终运营成出偶像的效应的话，其实才能真正到达我们第一页所讲的就整个签售会现场非常非常疯狂的一个效应。所以这是第五点我要讲的，就是塑造偶像是内容运营的最后的一步。第六点就是前面其实总结了大概五点，我觉得是一些比较基础的方法论。第六点我们来讲一些宏观的内容运营哈，就是说今天事实上是一个大内容的时代。我们会发现其实现在的创业公司剩下的非常多的机会，我觉得内容是一个非常大的领域，原因是内容事实上并不是一个能够完全被垄断的行业，它可能不像社交或者不像 O2O 或者不像一些其他的这个互联网加的一些产品，它可能是只要你有好的内容你就会有流量。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大家对内容这么感兴趣。那前面其实讲了几个点，它是一个比较粗糙的一个方法论，在这个方法论体系之下，我们觉得有一个原则是可以我们去尝试的，就是用创意加数据化的模式去做内容。前面讲了很多关于创意的东西，就是我们如何想出这些案例的创意，然后我们如何一步步去实现这些创意的案例，但其实中间没有深讲的是我们对于数据化的分析。在快看其实我们一直坚持说我们希望能够打造成一个整个完整的内容生产体系，就从内容制作从内容选品到内容制作到内容营销，完整的整个内容运营的生产链条来提供最好的内容。那这个完整的生产链条里面其实它离不开数据化的驱动。在快看我觉得应该是国内第一个漫画平台里面做大量的这个数据分析的一个平台，我们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这个数据后台，这个后台我们可能会研究每个作品的留存率，我们会研究封面的转化率，我们会研究互动率，我们会研究作品的曲线，我们会研究哪些作品可能在短时间内刺激的活跃度更高，我们可能会看长期留存、短期留存、次日留存、三十天留存各方面的留存，去研究一个作品本身的数据。然后在数据化的体系之下，我们会给作者提供非常非常多市场化的建议，就是 OK 可能这些元素是用户喜欢的，那些元素是用户喜欢的，哪些元素可能用户觉得比较拖沓，哪些元素用户可能不感兴趣，慢慢的给作者提供一些市场化的元素。我们希望真正能够最后做到是有点像漫画版的 Netflix， 就是因为Netflix 也是一个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国外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视频的网站。那这个视频网站有区别其他视频网站是在于说它用大数据的模式推荐给用户它可能用户可能感兴趣的视频内容，同时它又做自制，也就是说它在整个自己有大量的数据的情况下，他去分析出哎，用户可能更感兴趣哪种类型的元素。比如说这个 Netflix 上面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作品叫纸牌屋，那这个纸牌屋呢事实上就是 Netflix 有一个超强的一个编剧团队，然后这个编剧是一整个团队，他们去研究 Netflix 上面的用户可能喜欢哪种类型或者喜欢哪种元素的题材，比如说政治啊，这个外遇啊，婚姻啊，爱情啊等等之类的元素，然后就把它放到这个作品里面，然后形成了纸牌屋这样的一个作品的一个内容。所以今天其实我想讲的是说，前面虽然讲了很多创业的东西，但是大家可以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讲了很多数据化的呈现，我们其实是在一步一步的数据化的呈现的反馈当中慢慢的测算出到底哪种类型的内容形式也好，内容运营方式也好，是更受用户欢迎的。对，这是第六点大概要讲了，就是第一点是用创业加数据化的模式做内容。今天其实大家来讲说大家希望来听就是我们如何去运营年轻人内容，就是
年轻人的内容为什么今天会变得这么的重要。这也是最后宏观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我是这么理解年轻人的内容的。最开始我们在选择说我们要做一个内容平台的时候，我们曾经想过我们的用户定位到底要在哪里。我们是要定位说，哎，可能中年龄层，还是说高年龄层，还是说低年龄层。后来我们选择了可能相对年轻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可能大差不多在18岁上下，这个年龄群，他们可能更多是在上，更多是在读书，是在读书。我们为什么选择这样一批群体？为什么我们专注的去做年轻人的内容？原因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听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就是哥白尼和达尔文，他们在当时的时候，他们刚发表他们的理论的时候，都不受世人所认可。但是为什么到后面，他们发表的理论就被普世所认可了？原因并不是因为当时不认可的人后来变得认可了，原因是因为当时不认可的人后来死掉了，然后不认可的人后来就长大了。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关注年轻人的内容，原因是年轻人这个群体，它是一个增量市场，就它是一个不断扩大的市场。所以如果我们去做一些对年轻人真正有影响力的内容，那这些内容在很快，可能3到5年之后或者以内，就很快变成这个整个社会的主流文化。就过去其实我们经常说，前面也讲到一小段的创业经历哈，就是为什么就最开始的时候到北京的时候，做漫画平台其实并没有受到整个资本的追逐，而今天所谓的二次元漫画其实是被市场追逐的一个领域。原因就是在于说，最开始的时候，漫画可能在很多人眼里看来还是相对小众，因为年轻人其实还没有增长到一个庞大的主流话语权，所以在那个时候看起来就非常小众。所以今天我们要去抓住年轻人的内容，原因是这一代年轻人长大之后，他们就会变成最主流的话语权的角色。我们今天看到80-90%的影视剧作品都改编自于当年80后或者90左右那一波人，他们在读书的时候所看到的网文，就比如说33是十里桃花呀，这个盗墓笔记呀，很多的这个影视作品，夏至未至啊什么，这些其实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热门的大 IP， 它其实都是当年80后90左右的人，他们在读书时代所最热门去追逐的网文。那下一代就3-5年之后，这些影视作品又会有什么东西来改编呢？就我们觉得一定是会由今天这一批年轻人，或者今天这一批95后00后，他们现在所非常非常热衷于追逐的这些作品来改编。因为这些作品在今天看起来，哎，它好像还没有扩散，好像仅限在于某个群体之间的狂欢。但是当这一波人长大之后，他们掌握了主流的话语权之后，他们慢慢就会把他们的文化扩散，进而把这个文化变成主流文化。这是为什么我们要选择年轻人的内容来研究来运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内容产业的价值，就是前面我们讲到了很多，我们讲到了很多我们怎么样运营一个好的内容哈，都停留在非常非常基础的层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更多是漫画，那甚至可能有一些是这个小短篇小故事，我们讲的是这个 IP 非常非常非常初级的一个阶段，就漫画的运营。那事实上是今天内容产业的价值远远超出我们想象，就是今天我们在做的漫画不是漫画这件事情本身，而是未来的 IP 的产业链的最顶端。今天我们选择用漫画这个模式，原因是因为前面我们讲到漫画是一个成本比小说高那么一点点，但是整个视觉体验比小说高非常非常多的一个载体，所以今天我们把它选择作为整个内容产业链的最头部的最上端的最上游的这样的一种载体来孵化 IP， 孵化内容。那内容产业链的价值是在于说，未来有可能从漫画延伸到影视到游戏到周边，实现从内容从最开始的初级的形态到最终呈现出更立体的形态。现在我们的作品里面已经有很多在开发这个动画片，在开发电视剧电影，然后有些作品在开发周边在开发游戏，并且在我们平台上也有一个周边商城，有些作品已经开始衍生出一些周边，有很多人去购买。我们是希望说最后能够做到就是不仅是漫画本身能够从漫画做成互联网的第一消费入口，
到最后加上顶级 IP 的一个运营者，那中间加号不知道为什么变成问号了，好奇怪。最后一个顶级 IP 的运营者，就是他非常非常像是未来可能年轻人他可能想要看最好看的内容，他一开始先想到哎，到快客上面去看，然后这个第一的内容消费入口，我们觉得是一个起码是一个5000万 DAU 日活跃以上的市场，因为今天的整个小说市场就是5000万 DAU 以上。如果未来这个图片的形式会变成慢慢的取代小说成为更加主流的一个阅读载体的话，我们觉得漫画会逐渐慢慢的把小说的市场给侵蚀掉。第二个是顶级的 IP 的运营者，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美国有一家公司叫漫威，就漫威它是把最好的这个内容运营成这个动画片啊，漫画、动画片、游戏还有相关的衍生的周边。那我们是希望说在整个大平台有这么多作品的前提之下，我们拥有了更多的数据去分析可能未来最好能够符号化、偶像化、最后 IP 化的作品到底是什么，然后把这些作品更好的运营起来，打通整个产业链，去实现不仅仅是漫画本身以外的整个的这个内容的发挥最大的价值啊，这是我们最终想要做的。总结一下，前面讲了5点是颜值时代、头部时代、移动时代、符号时代、偶像时代，其实这些都是做好今天相对来说让人们更好接受的内容的一个运营的基础，而不是说最终做出真正的爆款内容的一个保证。就这些特点，我觉得是我们今天做内容运营我们可能需要关注到的一些最重要的点，但这些点可能只不过是把内容运营领入门的这样的一个基础。那我会觉得说回归到来还是有3个点是需要大家这个注意一下，就是第一个点是脱离好的内容运营还是一个伪命题，就是说今天我们所讨论的所有的运营的前提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制作出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内容，那这部分其实就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了，就大家就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快看漫画上面我们制作出来的漫画作品，事实上是很多从编剧到人设的制定到标题到剧情发展都是由快看漫画整个团队去打造的，所以这是内容制作的部分了。第一个就是我们想讲说我们一定是不能脱离好的内容来讲运营的，就好的运营一定是在好的内容的基础之上，所以运营的工作只是把一个内容从一个 downside 提升到一个 upside 的一个过程，而不是把一个内容点石成金的一个过程。那如果说好的内容是很好的璞玉的话，那我觉得好的运营就是一个很好的雕琢者，只不过是我们在这个璞玉上面去把它雕琢的可能更加市场化，是不是能够卖一个好的价钱，然后受到更多人的欢迎，但是璞玉还是璞玉本身。然后第二个就是方法论只是基础，这个修炼靠个人，因为事实上这些方法论呢总结出来真的很艰难，就平时整个团队如果是熟练的话，在整个运营过程当中可能其实并不用经过这么多的步，可能在考虑好多问题的时候它就会比较综合，所以这个其实也要靠不断的练习去获得。第三个是运营的本质是洞察人性，提升同理心。前面我在试讲这个内容的过程当中，就这个北京的研究社社长他就问我说，那其实你这么多讲了这么多，其实还是没有讲到说我们怎么样一定才能够做出让用户感觉到非常疯狂的内容，对吧？那我的回答是，我觉得前面的我讲的很多事实上是我们觉得内容运营能够让人接受的基础，而不是让能够一定能够疯狂的基础。如果一个好的内容运营要从很容易让用户接受到最终让用户真正的疯狂，这个过程其实它的本质不是说方法论这么简单，其实它的本质是不是你拥有极强同理心。我们说极强同理心到底是什么，就是你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在每时每刻思考每一个运营点的时候，真正的设身处地的站在用户的角度思考他在第一瞬间看到这个作品时候的感受是什么，这个是需要去不断的去练习的，然后也需要不断的去观察。那这个时候你需要你对你的用户群有非常深刻的了解，所以你要对你的用户群进行大量的调研、大量的观察，然后了解这群用户的动因，产生的一些心理，然后他们获得这些内容时候的感受，最终产生的一个感想，以及后续的一个行为分析，才能够真正去了解，哎，我的内容
是不是真正能够打动这些用户。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底层的基础，它适用于任何类型的内容运营，不管你的这个受众是，就其实像现在快看的平台，虽然是大部分是年轻人，但年轻人里面有很多的分类，我们其实在很多年轻人不同的分类里面也运营出很多非常精彩的这个不同类型的作品，比如说有只喜欢少年热血的，也有只喜欢少女的，也有只喜欢那种恐怖惊悚的，也有只喜欢那种比较三俗的，或者也有喜欢一些比较老派的等各种类型的这个作品。事实上我们的作品其实都是在为不同类型的人去服务，而在不同类型人群里面，如果你去洞察他们可能最关注这需求的点，去做更多精细化运营的话，会让你的内容运营效率是更高的。对，这个是我大概今天要讲的，就是一些比较基础的这个基础的一些方法论。其实今天我觉得应该是我讲的最有史以来讲的最磕磕绊绊的一次演讲，原因是我真的没有讲过课。我前面讲的每一次出来分享，我讲的更多的都是这个公司发展的历程，但这一次这个研习社的社长告诉我说，那个我们必须得讲一些就是干货，然后总结出来让大家觉得哎特别有吸收，所以我讲的这些案子呢其实完全都是100%的原创，就是我没有参考过任何一本营销的书，也没有参考过历史上任何最成功的案例，我截取的案例全部都是我眼前所看到的，就它不是所谓的非常的成功，就是或者也不是所谓的非常的大热，但是它在我眼前看到，我觉得是能够切实的运用到我们每个内容运营者的运营细节当中去，不管从这个作品的标题的截取也好，还有内容的这个选材和题材，还有形式也好，还有最终呈现的方式也好，我觉得是一点一滴的把我这个经验的就是总结出来，就是跟大家来讲，所以讲的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有一点点干，有一点点生涩，对，对，实在是不好意思，对，对，其实我平时是一个说话非常非常流畅的人，但今天讲的就是不那么的流畅，就原因真的是我是第一次就是上课，而第一次不是分享。下面其实我更多就是我自由这个 freestyle 的环节了，就是前面讲了很多是具体的内容运营的方式，那我觉得可以大概的讲一下，还有半小时时间，我觉得可以大概跟大家讲一些故事。就是快看从宏观的角度来讲，作为一个现在有1亿用户的内容运营平台，它是怎么样成长到今天的，我觉得这本身也是一个虽然是故事，但是其实本身里面有很多的内容运营细节，也是指我们每一个内容运营者可以去感受一下的。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读大二的时候，快看事实上并不是我的第一次创业，就我读大二的时候，其实创办跟另一个这个朋友一起创办过一个工作室，叫 M 方工作室。这个 M 方工作室呢，后来成了一家公司，叫获成印象。然后这家工作室最开始做的是创意的明信片和台历，也就是说，当时我们发现啊，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当时2014年或者2012年左右的时候，明信片其实还非常的风靡。然后在大学城里面呢，其实大家经常会看到，我们每个人读大学都会有人在那卖那种明信片，那种明信片是我们每个学校的风景。就每个学校的风景，那风景的照片，但其实在当时年轻人来讲已经非常的死板。后来我们就想到了一个创新的模式，就是我们想到那时候我还没有做网红啊，就我也还没有开始真正的创作漫画，当时我就觉得说漫画也许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形式，于是我们就开始找了一些漫画画手，然后就把我们整个大学城各个学校的风景画成了明信片，然后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些明信片拿去卖，然后把这些明信片拿去卖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些明信片铺到各个书报亭去这个分销这些明信片，然后我们都知道一套明信片其实是毛利非常高的，一套明信片我卖15块钱，但事实上成本就不到2块钱，就比如说一套明信片你可能大概赚14块钱，结果我们第一套明信片就卖出了10000套，就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就赚过钱，然后一下子我们去卖明信片的时候第一次就卖出了10000套，后来我们把这个模式就慢慢的这个滚动，就是慢慢的把它复制到了各个学校，就是华南地区的各个学校，我们去每个学校找代理，然后我们出成本，然后印就是去画当地的漫画明信片，然后引起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这个明信片的一个效应。当时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发现，原来漫画这个东西它是已经是被主流的年轻人所接受的了，那为什么不把漫画这个东西就是做得更大呢？后来我就开始发现新浪微博上面有开始有人画一些小漫画，然后传播得非常广，我就开始
在网上画的漫画，但事实上我自己本身是没有学漫画出身的，但我小的时候特别爱好文学，就是说漫画的本质上是文学这件事情其实大家很多人都还没有理解，就很多之前我们在做漫画平台的时候跟别人探讨，我们发现很多人在做漫画平台的时候他把漫画当成漫画本身，但其实漫画并不是一个特殊的东西。漫画其实在日本和在美国事实上都是非常非常主流的文化，比如说我们看那个复仇者联盟也好啊，比如说我们看日本的就宫崎骏什么的就不说了，非常出名，这些在日本和美国都是主流文化，但为什么在中国它是一个大家看到它是一个很特殊的东西呢？就很多人会理解说要么就会觉得漫画很小众，要么会觉得漫画是小孩子看的，要么就会觉得哎，漫画是完全等同于日本漫画或者之类，就中国人对漫画的理解其实是有一定的偏差的，原因其实是有一个时代历史背景，就是说七零左右的时间的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其实当时国内是没有舶来的杂志的，也没有海外的杂志，所以当时他们所看到的所有的漫画的载体形象就是三毛流浪记，就三毛流浪记或者大闹天宫之类的，所以在他们的印象当中他们就觉得哎，漫画是给小孩子看的。那八零年左右的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他们开始接触盗版的这个漫画杂志，盗版的日本 DVD， 然后他们是开始接触哎，圣斗士星矢，他们发现原来漫画并不是只给小孩子看的东西。然后到九五后零零后这一代所以八零后的人他大部分会认为漫画等同于日本漫画，然后到九五后零零后这一代人他们会发现漫画事实上并不是所谓等同于日本漫画或者等同于什么漫画，比如说现在很多零零后他可能不知道圣斗士星矢，他也不一定知道名侦探柯南，那他就知道快看漫画上的很多的作品，所以对九五后零零后来讲，漫画对他们来说又并不是说特指某一种文化的载体，就漫画本质上是没有文化的，没有属性，没有文化属性，它就是一个载体，所以对九五后零零后来讲，他们觉得漫画只不过是一个比小说更容易阅读的一个形式而已所以今天这个漫画的普及就是造成了一个不同的认知差异，我们会觉得漫画在年轻人的心目当中很可能是未来慢慢取代文字的一个重要的组成形式。 OK， 那这是中国由于这个历史时代背景原因造成的，就是说中国普遍的很多的不同年龄人对漫画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回归到最开始在微博上画漫画的时候2012年左右我开始在微博上去发布我的作品，最开始就一开始的第一篇漫画就到了一千多转发，然后后面的漫画一直就是一两千转发，三千转发，四千转发，一直转发到后来上万，然后上十万。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前面讲到就是很多的漫画家其实他都非常的出名了，已经比很多一线的明星都出名了或者说影响力更大了，不一定是出名，就影响力更大了在微博上。那我觉得漫画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未来主流的东西，所以当时就想着说哎，要不要把我自己这个伟大的安妮这个漫画形象做成一个动漫的 IP， 然后就抱着这个想法就想把伟大的安妮这个漫画形象做成一家公司，然后后来就抱着这个想法之后就到了北京，到了北京之后见了很多很多的第一次见了很多投资机构，就发现说啊，原来这个世界上竟然有天使投资人这种东西，然后就觉得很好，就觉得好很好，就感觉超出我的想象。然后后来就觉得说，哎，那如果我要拿别人的投资，我一定要觉得做一件可能对整个行业改变更大的事情。所以当时就觉得，如果我只是做一个动漫形象的话，其实可能真正很难真正的改变这个。对这个行业有非常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后来我就想，那既然如果我能够做成一个如此有影响力的动漫品牌，那为什么我不做一个平台，然后上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动漫品牌上去呢？后来就决定开始要从漫画这个方向切入，开始去做一个内容平台。但最开始抱着这个想法说哎呀我要做内容平台的时候，跟很多投资人讲的时候他们都不信，一方面是他们觉得漫画这个市场太小众，因为确实是在最开始是某一部分群体的狂欢，但不像今天这么的主流。第二就是觉得说投资人就觉得说哎，人人都想做平台，那平台并不是人都能做，如果你做品牌的话那我就可以投资你，但如果你做平台的话那可能不好意思我就没法投资了。然后最开始接触了很多投资人，要么就是说那个保持联系，你的产品做得很好，后来就再也没有联系了，要么就直接说哎，我觉得这个产品不太行，可能不能投资。所以后来我们就抱着这个想法，我回去经过了这个在北京经过了一系列投资人打击之后呢，我就回到了广东，在思考我到底要不要来北京做漫画这个平台。当时我是这么思考的，漫画在当时确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没有进入主流视野的一种载体，所以它一定是一个非常在当时市场份额没有那么大的，或者说看起来天花板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市场。
第二就是漫画在当时已经有了一定的趋势，因为在微博上已经开始冒出一些漫画作者，他们已经有过500万、过1000万的粉丝。而事实上，在当时微博上年轻人所关注的当现代的那个文字创作者或者小说作者，其实在当时并没有比漫画家在微博上的影响力更大。这是第二个发生了一定的趋势。后来在家里面想了挺久，就最后还是决定拿着自己的钱，然后拿着朋友的一笔钱，然后就到北京去创办快看漫画这个互联网漫画平台。在这里想要特殊讲的一点就是说，当我们想要去做某种类型的内容创业的时候，我们可能要考虑的并不是只是当时的市场份额。比如说如果当时市场份额很小，但是你判断它其实是一个趋势，是一个增量市场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去做。如果你认为一个市场非常非常大，但它只是一个存量市场，而这个市场其实是在减小的时候，比如说文字类型的话，那可能你就不要去选择。所以最开始基于这样的一种判断，我们就选择了这个当时市场份额还并没有那么大，但是其实是未来发展成主流的一个趋势的一个类型，去选择去做了创业。那我记得之前有这个1%的生活，这篇漫画的时候有很多人误读，就是说陈安妮她画这个1%的生活其实是想表达说你要做100个人当中最优秀的那个人，所以你要过1%的生活。然后其实并不是这样，1%有很多的含义。一方面是讲说我们生活中遇到的很多的事情，我们觉得他当时的概率很小，只有1%。那比如说创业这件事情。第二就是讲说，其实我刚刚讲的一个观点，就是当你在选择一个市场的时候 ，OK， 它很可能在整个大市场、大内容市场里面，它可能只有1%。但是这个1%的这个市场，是它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增长趋势的，所以你也一定要去选择这个市场。因为当这个市场已经到99%的主流地位的时候，你就已经没有机会了。所以这个是我们最开始去选择一个初始的领域去做创业的时候，我自己的一点点小的心得。后来我们就选择了漫画平台，在北京就开始做了快看漫画，然后在2014年6月份左右开始去做这个 APP。 当时我们团队是没有任何互联网基因的，我们就当时就非常非常的纯粹，就目标非常纯粹。我们没有考虑说哎呀这个要怎么渠道，要怎么推广，要怎么去要怎么去市场上去做营销。我们只是觉得说我们也没有考虑说这个产品到底应该怎么样的形态。最开始最初始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细节就是说，最开始我们刚才的那个产品的那个模型啊，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首页，这里好像是过了，对，这个首页就是说用信息流的模式来做首页，然后一个图非常非常大，就很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个产品形态，就很多产品可能在后面都会发生非常大的迭代，但是我们的这个产品的整个大的模型，从最开始上线2.5年到今天都没有发生非常大的改变，前面也有一些图片可以对比出来。就只是做了一些封面的优化，就大家有发现吗？就左边这张图是最开始我们刚上线的时候，就2014年，其实当时我们整个团队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有互联网基因啊。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2014年4月份、4、5月份左右的时候，我到北京的时候开始组建自己的团队，然后我们在北京找了一个地方叫五道口的华兴家园，因为我们觉得那是一个风水宝地，据说有非常非常好的创业公司都从那里面出来的，比如说好像是快手啊，还是美团啊，这样的这个公司都从那边出来的，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华兴家园五道口，然后租了一个120平的一个房子。这个房子有3个房间，然后上下铺，我们12个人招了12个人，就是全部睡在一起，住在一起，然后一个房间就住差不多4个人，3个房间。然后就当时就小，这个房间小到什么程度呢？就小到说，2个上下铺之间，我可能一抬腿我就可以抬到那个你的铺上面，就这么挤的一个地方。然后就12个人，里面也有男生也有女生，我们就在里面。我们最开始没有任何人有互联网基因，原因不是因为我们刻意不找互联网基因的人，原因是因为我们招不到。就我们12个人全部都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然后或者是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那最开始我们去做这个互联网产品的时候，我们是要找 UI 对吧，找 UI 设计师，我们要找产品经理，我们要找很多互联网圈的这个
做互联网产品的人，但最开始我们都把他吓跑了，因为最开始在面试的时候谈得好好的，但最后我跟他们说，如果要跟我们一起创业的话，必须跟我们住在一起。然后后来就有点就把一群人给吓跑了，让大家觉得有点丧心病狂。后来我们这个十二个人就在半年时间研发，就封闭研发这个产品的时候，这十二个人里面有一大部分人不敢跟家里面说他们在哪一家公司工作，因为首先他们在一个民宅里面工作，其次他们就住在一起，他们24小时在一起，他们吃在一起，睡在一起，然后这个出门也在一起，然后感觉好像一个传销团伙，然后他们就不敢跟家里面说他们在哪家公司上班。然后所以当时我们是团队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互联网基因的人，所以不存在说我们研究好这个产品怎么样的产品形态是更有这个互联网产品的延展性，这个产品形态又怎么样才能点击转化更高，没有，就是根据这个我们对这个用户的一个调研和理解，我们发现用户他看漫画，他就是首先他的选择不要太多，不要 N 多的漫画就放在这个 APP 上面，所以你一屏给我两个就够了啊。第二个就是说图片你要够大，就是在手机屏幕已经很小了，你图片那么小我都看不清楚，那你图片要够大。然后第三个就是说你评论很重要，就是说我不管你这个漫画这个内容怎么样，你要给我互动感，你要给我参与感，这是新时代年轻人非常非常重关注的一个事情。就如果有很多人一起在讨论这个作品的特点的话，那我会非常的 happy， 非常的开心。所以我们最开始上线的三个功能，就是这功能就超级简单，我们甚至上线的时候连这个漫画的全集都没有，就说你看一个漫画的单篇，你要退出来，然后再去点这个漫画的这个作品，然后才能进去看一集一集一集，就是整个功能就非常非常的简陋。但是我们上线了三个我们觉得最重要的点，就我们关注了三个最重要的点，第一个就是一屏不要太多，第二就是说图片你要够大，第三个是说你一定要有评论，你一定要有所互动。我们抓住三个最关键的点，然后这个产品原型就是我自己画出来的，就那个时候我才刚刚大学毕业，我也没有做过任何互联网产品，我就自己画了一个原型图，然后就去找了一些我认识的工程师免费帮我做了我们的第一版。就那个时候找不到，这也有很有意思的细节，最开始的时候找不到工程师加入我们，就在那个工程师非常非常是个非常经常上了一个这个技术宅的网站 V2EX 上面去发布一些 PS 过非常好看的照片，然后就在网上认识了一些工程师，然后认识了一些工程师之后，就在线下认识了他们之后，就让他们免费帮我们做我们的网站 APP。 所以我们的第一版的 APP 和这个网站都是我们认识的一些这个工程师免费帮我们做的。对，这是第一个我们发布的第一个版本，然后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版本沿用到至今，就是沿用到至今，我们几乎整个结构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但我们加入第三屏，加入了一个社区。所以今天我想讲的就是说我觉得今天很多的互联网产品或者所谓的互联网内容运营和营销，其实我觉得是没有一个框架的，或者是没有一个所谓的一个定式的。我昨天刚在跟我们的同事讨论，就是说我们觉得新时代的互联网产品是不是你不一定要怎么样去定义它，就是你一定要定义它是什么东西吗？还是说它只需要呈现出来的内容和呈现出来的形式是用户觉得感兴趣的，用户觉得记得住的，用户觉得简单可操作的，用户觉得很好用的，那其实就是 OK 了。所以大家知道今天这一个承载了上亿用户的这个互联网产品，然后目前这个最高的日活跃到了900万 DAU 的一个产品，事实上它的产品原型竟然出自一个根本就没有研究互联网产品的一个漫画作者之手。我们就可以理解到，其实我们在内容运营，就这是一个大逻辑，就是说回归到内容运营本身来讲，我觉得突破我们的思维定式，去真正从用户的需求端去考虑，我会认为这是第一原则。但我说的话就感觉不是很专业哈，就是但是我觉得都是就是这种大实话，我觉得是从我们自己的案例可以体现出来的。然后最终上线了之后呢，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用1%的用户发布，一开始获得了我们的第一批的种子用户，然后这批种子用户在3天时间我们到达了100万，然后我们登上 App Store 总榜的榜首。但其实这是一个美好的开始，就是最开始我们虽然上线了到了一个非常顶端的一个数据之后，后来就快速的跌下来，然后就跌到了谷底，然后有非常长2015年上旬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都一直在谷底。这件事情给我们的一个启发，也就是说虽然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营销案例，但是事实上留住用户本身的其实还是内容的本质。这是为什么我刚才说好的内容运营事实上是脱离不开好的内容本身作为前提的。
所以在最开始我们的产品刚上线的时候，就是虽然一个好的营销吸引来了100万的用户，但事实上我们里面的内容数量非常少，而且整个内容精度各方面都不是很成熟，所以前面半年的时间我们的数据是一直低迷的，直到2015年的5月份开始，我们的数据才开始有一些略微的上涨，然后上涨到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前面的半年的时间我们大概是在更多的在积累我们的内容，在签约作者，然后到2015年5月份的时候，我们的重磅作品才陆续的开始上线，就那个时候出现了我们第一二部重磅作品，就是复仇高中和整容游戏这些头部 IP 的出现，然后我们对这些头部 IP 进行了重度的运营和包装，就是不管是从这个内容的衍生也好，对内容的解析也好，然后对内容海报制作运营各方面也好，就前面讲了很多一系列的这个运营行为吧，快把我哥带走、复仇高中、整容游戏、灵魂偶像，从2015年中旬开始把它推向了这个用户的一个对漫画认，就在用户的心目当中形成了一个头部的漫画作品的 IP，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的数据开始这样上涨，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事实上整个平台的数据最开始从2015年的时候我们几乎是没有花过多少钱，就2015年整个早期，但2015年是我们成长倍数最高的一年，我们2015年是直接从100万用户在2015年年底的时候是到达了3000多万用户，所以其实是非常非常多倍，多少倍？30倍啊左右的时间，就几乎中间没有花过多少钱，就主要是靠头部内容的运营来拉量，然后到这个2015年我们到达了这个市场的第一名之后，到2016年我们又获得了整个6倍速的增长，就是从一直对，到2016年年初的时候，从 DAU 从差不多200万增长到了6-700万，2016年年底的时候就增长了DAU 是3倍速的增长，注册用户是4-5倍、6倍的增长。对，在2016年的时间又发生了什么呢？就2015年我们讲到是头部内容的运营，到2016年的时候我们做的是可能更多的精细化的运营，就是针对不同的内容类型的人，我们延伸了很多的内容类型啊，比如说刚刚所说的这个热血也好，这个少年也好，这个热血也好，少年也好，这个少女也好，恐怖也好，我们增加了很多的分类，并且我们可能针对不同的类别的类型的内容有单独分组，单独做编辑，去跟作者去对接，然后在2015年到2016年之间我们开始发现移动端的红利可能慢慢的消失了，就是我们可能并不能通过最开始大量的这个头部内容的运营免费的拉来很多的量，后来我们就开始去做更多的深度的运营，那这个更多的深度的运营的过程当中就离不开对每个这个就离不开其实对内容深层次的一个运营和服务的提升，所以在2016年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在打造快看的整个的内容运营的一个生产链，就是从内容选品到内容制作到内容营销，我们每个团队大概是有二十多个人在结合并且在搭建我们整个内容的大数据平台，然后结合这些数据平台去仔细的去研究，而不仅是从最开始一种感性的运营方式，仔细的去从创意加数据化的模式去研究说每个作品我这么发是不是转化率更高，我这么发就我们整个产品每个地方还有很多的买点，我们去研究这些作品可能我发一个这样的图片它是点击转化率更高呢，还是我发一个那样的文案点击转化率更高，然后慢慢进一步的去优化我们整个内容运营的过程，所以其实内容运营是一个精耕细作的一个活儿，它可能不是一朝一夕，今天我讲了一个方法论，然后可能大家按1、2、3、4、5、6走，我们就可以运营出最好的内容。然后到今天，快看是拥有了这个1亿多的用户，最高是900多万的 DAU， 我觉得是离不开整个长期的对内容运营的一个数据化分析的。那最早期的时候，我还记得就是我们在华新家园的那个小小的那个120平的房子里面的时候，我们在客厅里面办公，然后我们在厨房的餐厅里面开会。然后我们当时的这个华新家园的这个小小房子里面有一块白板，然后这个白板上面呢就写了我们当时很多的目标，我们当时曾经写过说我们要做中国最好的漫画平台，但我们团队的人就都笑了，就觉得说在我们做漫画平台之前已经有很多的漫画平台，比如说 PC 端的，他们已经量比我们大很多了，他们就觉得不太可能。后来我们说我们还提了一个目标，说我们未来希望把我们所做的漫画作品未来全部都变成这个影视作品，或者全部都变成这个游戏，或者全部变成电影，变成动画，甚至变成更多的这个周边的商城，周边的一个
主题乐园，但是当时我们团队也笑，他就觉得很就觉得可能性很低。然后后来我们又想说，哎，我们要做一个这个100万用户的一个1000万用户的一个互联网产品，大家又笑了，1000万哪会这么容易做到呢？就作为互联网产品，而不是原有的一个微博账号的营销的话，就我们把我们一个又一个的这个内容运营的目标写在我们当时的那个小小黑板上的时候，大家其实几乎是有点嗤之以鼻的，就觉得就整个团队还是有点吃瘪，因为就在一个这么小的一个房间里面，然后又好像一个传销团伙的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然后老板竟然说出这种就是好像有点惊世骇俗这样的话，大家的表情就是哎，老板你还是算了吧，就是这样的一种表情。最后我们写在黑板上是我们要成为这个中国的迪士尼的时候，大家都吓一跳，然后大家就洗洗睡了，回到自己的房间里面去睡觉了。然后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又一步一步又一步地实现了我们自己的目标，从最开始的100万用户到1000万用户，到我们的第一部作品这个动画化影视化，当我们到了第一个1亿用户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在实现的一个又一个当时我们那个小小的黑板上看起来觉得不太可能实现的目标。那这是我觉得创业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就前面其实讲了很多关于内容运营的事儿，但回归到最终讲到快看这个创业，对我来说我自己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创业这件事情最有魅力的地方就在于我们能够把一群人带到原本他们认为不能够到达的地方，这就是我觉得这个创办快看的过程当中让我感觉到最有魅力的地方。今天我讲的就差不多到这里，谢谢。我是要下去吗？还是哦，站台上是吧？啊，对 ，Tommy， 啊，谢谢啊，你怎么来了？隔公里过来啊，你太好了，太感动了。这是当时住在一起的人吗？不是，这个是我们这个混沌创业营的这个同学，就是特别好的一个朋友。所以说成功有两个因素，第一住一起，第二有个小黑板写一下目标，这两个因素是非常必要的。对，那我们刚才也听到了这个，拿这个花好像有点不好意思。没有，像你这样的美女，当时没有愿意加入你们那个丧心病狂的团队，那些人都是后悔的，肯定没有。你知道我每次参加活动的时候最害怕两个词，一个就是90后，一个就是美女。哦，那我们避开。对，那我们就叫你二次元少女吧。哦，那这个我也很怕。漫画作家。这个我也很怕。那你喜欢什么呢？我觉得可能现在创业者的标签会更加适合我，因为前面有很多人就是在做活动的时候就会提到我前面做漫画家的或者漫画作者的一些经历嘛。但其实事实上我后来掐指一算，我发现我创业的时间已经远远超过我画漫画的时间了。就我差不多大二画到大四，画了2年，然后事实上我创业的时间已经快3年了。对，没错，说明这个漫画家有很多，但只有一个陈安妮，也只有一个快看啊。你千万别这么说，可能我会被人喷。这个可以是成功的契机。其实我想做一个调查，我们现场有多少人是90后呢？可以举手示意一下吗？哦，看来比想象中的多。看来混的大学真是一个老少皆宜的平台。那么95后有吗？九五后应该很少吧。他们是你们快看平台的用户？主要用户是九五后。少，好像零星2-3个是你们的主要用户，说明今天在座的都是老年人，怪不得您说您今天可能讲的有点磕磕绊绊，因为都是老年人，你知道吗？对，就是发现讲了很多有意思的地方，大家其实并没有反应。对，就是其实我都很有反应。其实我觉得今天大家肯定，所以今天是我这个人生当中做分享的最大的一次挑战，就面对一大群其实并不是我的用户。对，有个成语嘛，叫对牛弹琴。没有，不是这样。开个玩笑。那么我们其实今天上午肯定是收获了很多，那么接下来进入我们这个互动答疑的时间，请工作人员下准备大屏幕。好的，那我们从第一个问题开始提问。您从独立 IP 到平台的 CEO 中间面临的什么挑战？一个漫画家如何成长为一个内容平台的运营者？我们把漫画家这个逼掉。啊，对，就是漫画作者。对。我理解这个问题要这么解读，就是说你如何从一个内容的创作者，然后转变成一个创业者，对吧？对。我觉得这么来提炼，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更深层次的应该不是内容运营相关的问题，应该是如何天生的啊？
天生的、啊、不是，就他这个问题应该是不是内容运营相关的问题，他应该是说你如何从一个内容创作者的思维模式转化成一个创业者的一个思维模式。就是因为事实上创作者跟创业者呢，他是一个两个就非常极端的物种，就是说创作者他可能要极端的这个感性，但是创业者可能要极端的理性。那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在说你如何从一个极端感性的一个思维模式转到一个理性的思维模式。那我会觉得创业本身我自己觉得创业本身就是一个在跟人性做，在跟自己的天性做斗争的一个过程。就是你需要有的时候很恐惧，但是你又需要有的时候你要很无畏，你需要有的时候你很敏感，但是你又需要有的时候你要很大条，然后你需要有的时候你要非常的放松非常自如，有的时候你要非常的谨慎，你要非常的苛刻。所以我会觉得说创业的这个过程本质上是在对自己的天性去做对抗。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并没有那么难，就是只要你坚持并且你理解这件事情。我们会发现其实人的一生当中他有很多不同的人格，就这是一个，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聊到，他说人的一生，人的人格当中其实是有很多层的，但有的时候在不同的阶段你会呈现出不同层的一个人格哈。就比如说可能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在创作的时候，我呈现出来是一个非常感性的，非常懒洋洋的，非常的一个任性的自我的一个创作者的形象，但是到现在这个阶段可能又呈现出一个非常勤奋的，非常努力的，非常理性在思考的一个创业者的形象。那我会觉得其实人的一生当中，我们理解人的性格其实是有很多层，那每个阶段可能每一个性格它都跳出来然后来主导当时的某一个阶段，但我们就会误以为那个性格是我们的主人格。所以可能我会觉得创业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时候你会有所挣扎，特别是作为一个内容运营的平台的运营者，因为其实你既在整个内容运营的这个感性思维当中，你又要跳脱出来去看这家公司的运营本身，那这个思维是如何切换。我核心是觉得说要真正去理解人性，理解人格。当你可能今天你发现你理解到其实你的性格本来就是分很多层的时候，那你所需要掌握的技巧就是如何去顺利去切换你每个不同的性格。对，但这个事情是需要练习的，我觉得我也在练习的路上。我相信在座的也在练习的路上，我们赶紧切换一下人格，我们赶紧从这个老年人变到95后的思想。然后因为我觉得这个90后啊95后他们其实是这个互联网的原住民，他们是生长在互联网这儿的，所以他们对于互联网有着更深的印象，包括这是可能是在他们血液当中本来就会有互联网的这个基因。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赞赏的福利是两本小说，两本漫画。这两本漫画我希望您能够介绍给我们这群老年人，让他们感受一下这个二次元漫画的氛围。哦，千万不要说老年人，不然我又被喷了。我感觉今天是来黑我的。没有，其实我是对手平台请来的，不是开玩笑。哎，那就现在是要介绍我们的书是吗？对。哎，不是互动环节吗？你讲一下嘛。我们送的是哪本书啊？一个是跟哥哥有关的，一个是跟相爱的人有关的。对，刚才其实有很多案例，就是讲了这个《快把我哥带走》这个作品。然后就不赘述了，这个作品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作品，而且它是一个老少皆宜的作品。因为我注意老少皆宜这个词儿。对，就意思就是说它的整个年龄的跨度市场可以非常的大，就是说大家其实都可以看看，非常的有意思。然后相爱的人会在一起这一本呢，可能相对来说这个用户群体稍微就是可能会女性多一些，就是女性，然后少女，就可能正在有一个就正在可能处在这个刚刚踏入恋爱的这个情况的人，就是可能会更加适合相爱的人会在一起的这部作品。对，其实内容讲的就是很多个短片，讲的其实就是一个个又一个相爱的故事。对，其实在获得大学，我相信很多人都在跟一个，应该说一个大学在谈恋爱，那就是混沌大学。因为我们肯定是互相了解、互相支持并且互相成长的。那么我们进行下一个问题。陈姐姐你好。这是一个95后。你今天讲的都是内容运营的一些技巧，那针对95你的内容是怎么选择的？大概选择什么样的内容？能不能用一句话来讲讲你们创作剧情的核心构思？就是比你年龄小的人，你们怎么去针对他们做产品？针对95你的内容是怎么选择？大概选择什么？这个不是前面上课讲的东西吗？看来没有认真的听课。对，小朋友好好听课啊。
能不能用一句话来讲讲你们创作剧情的构思？这个太难了。可能就是深入吧，我觉得叫深入了解，要深入这些群体。如果你想做这个群体有关的这个平台产品，你肯定得先深入，先去了解，这是最重要的，对吧？好，下一个问题，请问您在运营平台的时候是否考虑过做直播、做网红或做短视频来迎合目前的风口？您直播过吗？我们会做直播，但是我们并不是因为直播，我们差不多一个月后之后应该就会上直播，然后让我们的漫画作者去做直播。但是我们的上直播这个功能并不是因为直播是风口，而是因为我们觉得用户真的需要这个功能。就我们很多的用户就说，我参加不了现场的签售，那能不能让我看一下作者？所以我们就觉得，哎，那直播这个形式是非常能够更好的去让粉丝去了解作者和作品的，所以我们就上了直播。但我们做任何事情其实都不会是因为什么样的风口，而是因为这个市场真正存在这个需要。对，是因为市场需要才去做，不是因为做而去做。对，因为当你发现一个东西是风口的时候，你就没有机会了。就当你今天你知道某一个东西是风口，你再去做就没有机会了。对，所以看风口去做一件事情肯定是不对的。对，应该是你让这件事情成为风口，这才是一个真正行业的引领者。对，创造一个行业，自己创造自己未来的生活。不是创造一个行业，你又黑我了。就是说这个行业本身是存在的，只是说我们让这个行业变成了风口。我觉得这件事情呢是作为推动这个行业者，还是我觉得还是一件比较有成就感的事情，让我们感觉到。好，现在我们开放一个现场的问题，如果想要向老师进行提问的话，可以举手示意一下工作人员。哦，谢谢。好，递一下麦克风。其实我在刚刚您讲的时候，我自己还是非常打动的，因为我觉得只有真情实感才能够真正的去感受聆听的观众也好，像那些比较大道理的那种套路，可能并不一定是观众真正想听的，包括我们的同学真正想听的。是的。哎，你好。你好。作为一个老年人，然后为了听安妮老师的课，然后特意去下载了那个快看的那个平台，然后看了一下。然后呢，我发现上面就是刚才跟安妮老师说的一样，有700多部作品。然后快看作为一个创意的平台，然后在我想问的问题是，安妮老师怎么做到的？就是让这些创意的作品就是持续不断的产生，这样子，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们如何产生了这些好的创意的作品？因为，就我自己，然后我们作为一个企业者或者怎么样子，然后我们是觉得说，创意就来自两个嘛，要么就是自己团队然后产生，要么就是可能我从外面去购买，比如说一些广告公司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创意。不知道安妮老师这边是如何做的？谢谢。OK。对，这个问题其实很有意思，就是说，但它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今天我们在做漫画这件事情的创业，今天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机会，就说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团队很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漫画市场事实上在今天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内容我们假设说音乐、视频和漫画、动漫相关的这些类型的文化将会是未来年轻人非常最主流的娱乐方式之一的话，那漫画这件事情相比较于音乐和视频来讲，非常大的区别就在于说，今天漫画的供应端是非常不成熟的，就是漫画的市场，中国漫画市场才刚刚开始。比如说你今天你有钱，你砸一下这个，你给音乐公司或者是你给影视制作公司，你可能砸一笔很高的天价，你就能够给一个特别好的作品过来。但其实漫画今天不是这样的，因为漫画作者本来就很少。就在快看2年半之前做这个平台的时候，在此之前，中国的漫画家可能屈指可数，可能不超过100个。然后快看是2014年我们是第一个做100%签约制的一个漫画平台，也就是说所有你上快看的所有的作者，我每个月就给你付这个固定的稿费，我让作者有这个固定的生活成本，就每个都是签约的。因为在过去之前，就是快看出现之前，漫画应该是怎么样的呢？就是漫画作者你一边在这个游戏原画里面打工，做这个游戏原画师，然后你一边可能业余时间画漫画上传到平台，比如说漫画平台或者上传到微博，就等待别人打赏，或者是要么接一个小广告来赚钱，然后其实是食不果腹的。
但是快看是作为就是第一个100%签约制的作家，我们签了700多个作者，这基本上都是就是付稿酬的，然后独家的作者基本上每个月的稿酬是可以达到比如说几千到几万，就是非常非常正常的这个上班的这个打工族的这样的一个薪资水平，并且未来这个后期的开发还会跟作者进行分成，所以其实极大的提高了这些作者的收入水平。我会觉得说，如果你要让一个好的内容生产者上出好的内容，有两个要素一定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是名，一个就是利，就是你满足了作者的利，你让作者生活得很好，他才能真正的有精力去研究他的上层建筑，对不对？就如果他的下层建筑都没有满足，他怎么去研究上层建筑？所以这是一个基础。第二就是名，就是说对每个生产作者来说，听起来这个很功利，但事实上其实并不功利。对于每个生产内容生产者来说，他们获得最大成就感的方式就是有很多人来看我的作品，对吧？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平台来讲，定好一个规则，就是你这个规则之下，你可以让好的内容生产者获得很好的经济效益，同时又能让获得很多的读者去看，我觉得这是最根本底层的，就是让内容正循环去生产更优良内容的一个机制，然后这是一个基础。 OK， 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源源不断地签到了很多好的作者，这些作者在这个良好的生态机制的情况下生产出了好的作品。那我们如何利用团队的力量去对这些作品做一些更好的优化，对吧？就是刚才你说的问题，或者这些创意是怎么来的，如何保证他的创意是源源不断的，对吧？前面我讲到一个基础，就是我觉得那个优良生产机制是让好的内容产生一个基础的东西，基础，对吧？对，那是一个基础的机制。然后后面就是关于创意提升的部分，其实今天整堂课其实都在讲这个，就是我们如何用运营的方式去提升这些创意。那我再讲的具体一点，就是说其实整个这件事情方法论本身的落地其实是很难的，就是说今天我们讲这个方法1、2、3、4、5、6，但你回到家里面你就不知道怎么做了，因为市场方法论只是方法论，而具体执行呢，事实上我们要在实践当中去慢慢去摸索的。我们整个大内容运营团队从最开始的差不多5个人以内，慢慢扩展到今天的50个人，大50个人，大几十个人。这个团队我们其实是在整个落地过程当中需要不断的执行者，然后这些执行者里面有一部分是 OK， 我负责给这些作品去做选品，就有点像经纪人。明星经纪人这样子，我就想，哎，哪些内容是更好的，然后就把它签过来。第二个环节就是说，这些东西签过来之后，我怎么样去优化它？就我们有整个团队，这个团队呢，在研究剧本、选题、大纲，然后甚至到剧情、到对白、到人设，我们会不停地分析我们前面说的这些案例。然后我们可能定期每个月会有一些选题会，然后我们去研究市场上最好的，包括像刚刚说那个《楚乔传》也好，或者是《欢乐颂》也好，我们研究出这些非常优秀的内容案例，然后在研究过程当中慢慢地组建成我们自己的方法论，然后再结合我们所需要采集的数据去搭建我们的数据平台，然后不停地去测试这些数据，慢慢地才做出就最终的这个优质的内容效果。所以它一定是一个长期建立的过程，对，一定不是今天哎我上一堂课然后我会了，我回去我就做出好的内容，对。谢谢。嗯，大概是怎么回事？感谢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提醒一下大家，赞赏通道将于11:55关闭。那还有12分钟，请想要为老师赞赏的同学注意时间。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请问你的运营团队如何构成？在这几年里面，团队是怎样一步步演变的？有遇到过重大的危机和大坑呢？你能体会是什么？对，团队，我觉得他就是，如果是从这个整个公司的团队的搭建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有意思的，有一些事情可以说的，就是说，团队是怎么一步步演变的？我觉得快看的团队是一个创业公司里面一个相对来说一个比较特殊的案例，原因是，它是一个由，说的难听点，底子非常差的一支团队，慢慢迭代到今天的。就最开始这12个人呢。大家其实并不是所谓的就是非常光鲜的背景出身，也不是非常光鲜的这个学历出身，然后也不是这个互联网圈，也不是有经验的人，然后这12个人聚集到一起，然后最开始我们去做了快看漫画这件事情，我觉得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运用了更多是在微博上慢慢的一点点去做营销的一些技巧，然后后来慢慢的去增加我们的这个技术团队，开始引入一些就是原来做互联网产品的一些人，然后在差不多2015年4月的时候，我们开始引入一些真正的技术工程师和产品经理，然后搭建我们整个产品团队基础的互联网团队，然后在后期的时候，应该是
这个问题我觉得有点难回答，就是说团队是怎么样一步步演变的。事实上组织变革确实是一个创业公司就是迭代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步，但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课题，就怎么样去迭代你的团队。那我想到今天其实快看就已经不再是最开始的时候，就大部分都是九零后了，就其实整个团队是九零后、八零后、七零后都有的一个很综合的一个团队啊。然后可能但是我们在一些一线的运营人员上，我们可能还是更多的会去选取九零后作为我们一线的这个运营人员，原因是因为我们在执行具体细节的时候，在有一个大方向的情况下去执行这个具体落地细节的时候，可能九五后会更加理解年轻人。我觉得这点可能是比较特殊的，就可以分享的。重大危机和大坑好像也没有。好的，那我们看下一个问题。假如此时开始让您重新运营一个新的粉丝平台，从零开始，您还能做到9000万吗？大概需要多久？我觉得可以，我觉得是可以，因为但是可能没有之前那么快，就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说之前一定还是有一些市场红利在的。第一个就是你是第一个做这个移动端漫画的，然后你是第一个这个大面积去营销推广宣传漫画的，然后你也刚好赶上了移动端的红利，然后那个时候的移动端一个用户的成本也还很低，就是这些都是当时面临的一些非常就运气的部分吧。对，但运气的部分其实很多人都没看到，就大家平时都看到大家实力的部分。但现在如果要重新开始做的话，我觉得还能做到9000万。原因是当一个时代的红利退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假设我们做一个东西哈，它有非常非常多红利存在，让你快速的暴涨的时候，其实我们必须清醒的意识到，就是我们的其实这个用户的成长或者用户的成绩，可能在当时那个阶段很大程度取决于你市场红利的爆发。但一旦市场红利消退的时候，留下来的应该是最扎实的服务。所以我会觉得到今天，即便是到今天，就快看依然是前面有了一个先发优势之后，到今天事实上我们跟其他平台拼的已经不再是这个市场红利，不再是谁第一个做，不再是谁第一个怎么样，应该是更多的拼的是谁的内容更好，谁的运营方式更好，谁的用户运营更好。对，我觉得会是这样。所以如果按照我们现有的水平的情况下再去做一个产品，我觉得9000万用户也没有问题。对，但可能时间可能会稍微慢一点。对，好的，我们看下一个问题。有人说创业要趁早，反正失败概率那么低大。还有人觉得创业要有很多准备。您觉得一个刚毕业的人是应该去公司做到一些中高层有经验了以后再创业，还是直接创业，通过创业过程再不断的提升呢？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资格去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也是一个创业新兵嘛。但是我自己的一些小小的观点是觉得我不太建议这个刚毕业的这个同学直接就去选择创业。原因是在整个我们创业的过程当中，团队的迭代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就是会发现早期的很多团队在没有工作经验的情况之下就选择了做创业，然后创业公司本身在制度啊、规范啊，在很多问题上其实都相对没有那么的成熟。在这种情况下，我会觉得在一些体系化的一些思维上会有一些缺失。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说，其实很多人会说，哎呀，这个安妮你好像是刚毕业就去创业，但事实上有很多的前提。第一个是大学时候其实已经小小的创过一次业，第二个就是说当我在做快看漫画的时候，前提是我已经有了9000万粉丝的基础。然后这个真的是一个大实话，我可不能在这里说，哎呀，这个安妮很牛逼，然后他刚毕业他就可以去创业。事实上不是这样，前面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基础，就积累了9000万粉丝，有了种子用户的来源，所以才做快看漫画才有一定顺利。可以说这个案例是很难复制的，就很难说，哎，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他就可以去复制这样的一个从就2年半的时间做到1亿用户的这样一个案例。所以我是不太建议说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去做创业的。然后另一个方面就是说，是不是一定要到公司做到一些中高层有经验再创业？就是说是不是做到中高层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要因人而异的。因为后来我也发现，就是我们在面试很多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大公司待得比较久的人，他会有一定程度的大公司病。比如说他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他可能更加 KPI 化，可能更加就是可能更加的是稍微有一些片面，就是可能更部门化，可能不会站在更加公司的高度层次去思考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大公司问题。所以从我的角度讲，我们特别希望去招一些年轻人，他们可能在公司大公司里面待过
可能三年四年，然后他们会到创业公司里面来，因为他们见过大公司的完整的体系和思维，但是他们又有非常大的冲劲，然后身上还没有那么浓重的大公司病的情况之下，他们可以到创业公司里面来进一步的提升。但其实也有很多创业大公司出来的优秀的人，其实他能够很快的转化到思维，就是提升到一个更加系统的高度去看那些问题，但这个也是因人而异，所以我觉得我不太确定我是不是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啊。嗯，好，我们看下一个问题，能不能请安妮介绍一下什么样的话题或者是题材才是95后现在最喜欢的？现在最喜欢的，有难度。我现在回答有难度，因为一方面是我说哪个题材都会被喷，这就是95后的特点。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说，我现在已经不是这个一线的运营者了。对，就现在可能花的时间更多不是在一线了，所以我很难去描述现在这个一线的情况，他们一片混沌。对，是的，我还是避免这种雷区吧。嗯，好的，那我们看下一个问题，对于内容从业者来说，如何面对数据算法分发 AI 进行内容创作这种挑战？挑战？我并不觉得是一个挑战，我觉得这个数据算法分发还有 AI 进行内容创作是一个我们团队一直在研究的一个方向，我们觉得在未来会极大的提升这个内容生产者的效率。就比如说这个数据算法的分发其实是让好的作品就是分发给好的用户，这其实对长尾的作品来说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原因是因为过去我们的内容分发方式很有限，是更多是人工运营的方式，所以导致其实有一些其实非常好的类型内容由于它的人群并不是那么广泛，而导致它没有办法进入这个主流的没有办法这个进入主流的视野，获得更多人的喜欢。就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的大热的一些大作品，它其实都是就是喜欢的人群是比较多的，但那些作品特别特别好，但是喜欢的这个面对的用户群是让相对来说小众一点的作品，其实它就很难冒头。那我会觉得数据算法去推荐把长尾的流量就是长尾的作品去分发给就是所有喜欢他这些作品的人，其实是对作品来说是更好的一个分发模式。然后 AI 进行内容创作，其实我们也一直在希望说未来能够去研究，原因是因为如果真的能够 AI 进行，就前面我去美国的时候看到有一些 AI 的机器，它好像说你只要说一个场景的名字，然后它就会把这个场景画出来，画得很像，那我会觉得极大程度的降低了内容生产的门槛。就今天很可能未来我们脑子里想的或者我们说出来的画面就可以就跟 AI 机器人一些画面上呈现出来了，但我会觉得 AI 其实在未来还是有很长一段时间非常难取代关于创意和剧情的部分，所以我会觉得 AI 可能未来更多是内容创作的辅助，而不会是一种挑战。嗯，好的，下一个问题，安妮姐，你在你现在的团队里是什么角色？您会自己构思漫画吗？还是说负责其他什么？现在在团队里的角色就是一个比较打杂的角色，打酱油的。对，就是可能各个部门都会关注一下，但是就已经不会再构思漫画了。对，所以我现在我前面总结的很多的这个内容运营的方法都是就是之前我所自己经历过的一些案例了。对，嗯，好，我们看下一个问题，请问平台搭建初期在粉丝流量提升上要聚焦考虑哪些维度？对于学习平台如何有效的引流？学习平台是什么意思？可能就是比如说教育类的，教育类的平台是吗？请问平台搭建初期在粉丝流量提升上要聚焦考虑哪些维度？这个问题没有很懂，可能是您回答一下，就是前半个问题聚焦考虑哪些维度？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哈，但我会觉得，去关注粉丝的质量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前面其实我们曾经做过一些营销案例，就曾经吸引过非常非常非常多的用户，但他们的留存很差。然后，事实上，我们花了非常大的力气把很多的粉丝或者把很多的流量聚集进来，但事实上没有留下，所以他们并没有成为我们后来的 DAU。 所以我觉得在整个产品运营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越来越去关注这个用户的留存，也就是用户的一个质量。如果比如说某一个渠道他来的用户质量非常非常高，但是他的量其实没有那么大，我们会倾向于去选择留存高的渠道的用户，而不倾向于去选择留存很低但是流量很大的用户。嗯，好的，
我们看下一个问题，如何平衡客户中80后、90后、95后的兴趣点？客户中，你说用户是吗？对，应该是用户。用户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粗略的分了一个男生版本和女生版本，在我们的产品里面，其实男生和女生的需求其实差距还是很大的，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在内容分发上要更互联网化，就可能不再像，我觉得互联网内容平台跟以前的区别都在于说，以前杂志你的版头是固定的，每个人看的都是一样的，那我觉得未来的整个内容分发的模式一定会趋向于就是千人千面，就是每个人看到的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对，好，我们看最后一个问题。快看融资过亿的新闻一直很火，想请安妮老师介绍一下年轻创业公司如何跟投资人打交道，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年轻创业公司还是年轻的创业者呢？应该是年轻的创业公司怎么跟投资人打交道？这个问题好难回答。创业者，原因是我觉得不管是年轻的创业者还是年老的创业者，跟投资人打交道注意的点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创业者跟投资人打交道这个事儿，我感觉我还不是这个最值得来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问题的对象。对，您个人是怎么去沟通的呢？个人呢？我想一下，我觉得最重要还是讲清楚市场的规模，就是你选择这个市场天花板到底高不高，然后第二个就是选择，就是讲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第三个就是讲公司的商业逻辑，第四个就是讲未来产品的演变。我觉得其实只要把这四个逻辑讲清楚就差不多了。我也好像没有注意过什么问题。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我们也解答完毕。可能要穿的好看一点。颜值时代。对对对，好的，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陈安妮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解答。谢谢。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进入我们的初奖环节，请大屏幕准备一下，3、2、1。好，恭喜以上同学呢是获得了，是1到20名获得了，快把我带走。快把我哥带走，快把我带走。好，我们看21到50名。好，恭喜以上同学获得了这个相爱的人会在一起。好的，那么混大呢每周为您呈现一堂好课，下周六呢我们是在乌镇邀请到了乌镇景区古北水镇北京景区总规划师陈向红，他将为大家带来创造运营独特体验的课程，欢迎大家在我们的 APP 上面报名。那我们本次的课程呢就到这里，大家呢可以扫一扫大屏幕上显示的二维码参加本次课程的调研，您的意见对我们非常的宝贵，期待与您一起共建混沌大学。那另外呢在课程的尾声，我要给同学们打开一个大彩蛋，8月20号混沌大学苏州分社的启动仪式呢将会举行，善友教授呢也会莅临苏州分社的现场，活动的详情呢会在即将推出的混苏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欢迎全国各地的混沌同学8月20号来苏州做客。好了，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混大同学们下周六早上9点我们乌镇再见，谢谢。好，接下来我们有一个合影的环节，想要跟我们这个安妮老师合影的同学。